咱今嘛会议开始哈。今天呢，历任的各位学者专家，还有我们列席的政府官员、各位委员，大家早，大家好。首先呢，非常欢迎各位啊，今天能来参加住宅法的公听会。那各位学者专家都是学有专精，在这个领域里面也都有深入的研究。那我们政府官员也有丰富的实务经验。所以今天呢、住宅法的有三条法令，大概是我们公听会的重点。所以各位的高见、各位的意见呢、我们也会做详实的记录，也作为啊我们内政委员会各位委员审查住宅法的重要参考。那今天我们讨论的提纲，我简单的列出三点。那讨论提纲在哪？第一点呢、就是啊，我们的主题、各位学者专家听好，还有我们旁听的也注意听好，就是有关住宅法修正草案条文之中，相关产业工会及团体的权利、义务、角色。所以，我们第一个要讨论的话，就是相关产业工会及团体有无法律授权相关统计资讯的事项之义务。那现行的法规里面并未强制住宅建筑相关资讯需向产业工会及团体申报，相关产业工会及团体也无法律授许可授权啊，其那个回集及统计及资讯的义务，都、就是工会不会的款的。你要划的时候都会划工会或是各个团体里面啊，他没有义务也没有责任说每一个人要强，每一个建商一定要跟他呈报所有的资料给工会，所以这里面将来会产生了很多争议的问题。第二个讨论的提纲就是正确、完整、及时、透明的资讯与自由市场的经济啊。而商业机密到底这样里面有没有冲突在，这个也要特别注意的一点。第三点，修正文中涉及相关团体守护之权利义务与法则是否有没有平衡，是否符合比例的原则，这里面确确实实大家要来讨论，不然在这样模糊不清的状态啊，政府的权力变成无限啊，一般民间团体被打压得非常的惨，这也不符合执政的精神。我们要倾听了解工会其他政府机关对于法令的要求里面是否大家能充分的适用。所以啊，这三点提纲出来了以后啊，我给各位参考，但是我希望各位学者针对这三点提纲，第二点不能跟我谩骂，我这主席是很公平，在主持会议讲出问题的重点，不要骂哪一个执政党怎么样，我很不希望听到这样，好不好？好，我希望在这个地方大家能很真切，把你们需要的，把你们的心声，把你觉得这条法对你们受到影响的确确实实讲出来，让行政机关能了解。所以今天呢、也欢迎大家真心诚意对问题提出我们解决看法跟解决之道。那再次的欢迎大家。那我现在来介绍今天与会的各位学者专家啊，旁听席的我也希望维持秩序，你们听好就好。好、这里面应该会得到你们充分想要的政府的政策在那一边。好、大家也不要为了、不同的观点而在这边有所冲突。所以我第一个介绍我们的专家学者的时候，我们那个财团法人台湾法学基金会我们的谢董事长，欢迎你。我依照报名的顺序来介绍，没有大小之分。第二个就是说，中华民国不动产中介经济商业同会工会全国联合会的法规会主任委员唐辉雄啊，专家，嘿嘿，谢谢。第三个就是地政事工会全国联合会王俊祥、王荣义理事长。欢迎你啊。第四个就是中华民国不动产开发商业同业工会全国联合会
余秘书长，欢迎你。第一位，台湾省建筑联合会我们的李秘书长，欢迎你。第六位，高雄市空中大学法政学系我们的李副教授及我们的系主任李福龙教授博士，谢谢你。第七位，中华民国不动产估价全国联合会的陈理事长，欢迎你。第八位，就是社会住宅推动联盟彭阳凯召集人，欢迎你。第九位，中华民国消费者文教基金协基金会房屋委员会召集人，我们的林根旺先生，欢迎你。啊，林旺根啊，根旺旺根都一样，好，抱歉一下哈，林旺根。啊，再来，我们还邀请的国立政治大学地政系江助理教授到了没有？好，等一下可能会到。还有一位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黄丽莲副教授，啊，还没到哈。好，等一下到了我们再介绍。那今天我也跟各位学者专家，还有旁听的非常关心这个议题的乡亲来介绍我们今天参加的与会，我们的行政官员，我们内政部，我们的花敬群政务处长，我们营建署许文龙署长，我们营建署国民住宅组我们的朱庆伦组长，我们地政司陈忠杰专委，还有我们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务预算处我们的检视察，好，还有我们人事，这样也太久了，好，一一介绍好了。我们人事行政总处主编准理处我们的陈检任视察，还有公共委员会我们的企划处我们的罗副处长，还有国家发展委员会国土区域离岛发展处我们的宋专门委员，还有我们的黄继顺，我们卫生福利部社会救助及社工司我们的王检任视察，还有我们社会及家庭署我们的吴科长，还有我们法务部法制司我们的宋主任检察官，还有财政部赋税署我们的吴署长，还有国有财产署我们的胡专门委员，还有推出参书的林专门委林研究员，还有国防部经费局我们的李专门委员，还有毛科长，他们说因为救灾的行动晚一点到，那各位学者专家政府机关也派出他最重要的官员来聆听各位的意见，大家把宝贵的意见提出来好不好，谢谢大家。那今天我来特别宣告我们公听会的程序，那本席啊做以下的报告，哦，在程序上依签到先后的程序，由学者专家做第一轮的发言，然后行政机关啊代表来回应再请发言，那学者专家的意见五加二就是不要七分钟，好，抓好时间，当然讲得精彩我给你们一两分钟好不好，我们依照顺序来。第二个，听完你们的那个发言的意见哈，那我们内政委员依照发言的顺序啊哈，我当然会是一位这个会议的情况来做，就是委员的话就是五加三，你们跟委婉差不多，应该减九分钟了好不好，所以我们也特别重视。那等第一轮的发言结束的时候，好，个别发言结束的时候再由我们主管的行政机关来综合答复，如果有需要我们再进行第二轮，按那程序有没有清楚，有啦齁。好，那现在我们公听会开始，首先我们依照签到的顺序，我来邀请台湾法学基金会我们的谢董事长啊，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啊，也早发言了，谢谢主席各位先进
各位先生女士大家好。今天呢非常高兴能够受邀来参加这个住宅法修正草案的公听会。我也很慎重，所以我还准备了书面的资料也请供大家参考。我就针对我要讲的部分很重点，因为我时间很有限。首先我们就看一下说这个住宅法呢在各国的这个立法里面呢，其实它的重点应该是在整体的住宅品质的提升，我是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呢？这是因为我们的住宅法，我觉得它太着重在社会住宅，其他的部分它都忘了啊，忘了说最主要的80%-90%的人的居住品质的提升啊。所以各国立法例，我只是供大家参考哈，那大家请参酌。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住宅法的这次的修正草案的各个部分，提出我的这个意见啊。第一个就是呢，在基本居住水准这里我觉得就是说主管机关清查了之后呢，他这个动作呢没有特别规定科与主管机关的义务，也就是说呢，这个在我这个资料的第四页就是呢，你应该是说有如果有人他居住在这种不符合基本居住水准状况的居住环境，那你主管机关应该在3个月内提供可行的安置的措施，然后报主管机关。也就是说，这个对于就是有些人他居住的环境非常糟糕的情况之下呢，能够加以改善。那另外就是说呢，如果有这种危及他的这个健康啦、安全啦、卫生的这种情形，那第四页就未达最低居住水准的住宅呢，应该要拆除啊。那另外就是说呢，住宅的这个可容许的这个人数呢，那也是一样，就是说我们现在政府在这个部分做的很少，就是房子本身虽然符合法令规定，可是他住的人太多，那这个部分呢也是会危及居住的人的这个安全跟健康卫生啊，所以就是说呢，政府如果查到的话呢，也应该要在3个月内呢来提供安置措施。然后另外就是呢，违章建筑这一块就是那个我们的住宅法好像把它排除掉，但是我们都知道说我们现在的很多的人根本就住在违章建筑里面，那你政府对这块难道完全不处理吗那所以我也是认为就是说呢，如果说这个违章建筑还可以住，那当然呢建管那边要不要拆那是一回事，但是如果说这个违章建筑根本不能住的，我也是建议就是说呢，政府应该是说就是仿照前面那边讲的就是把它拆除。那在容许使用这里呢，我觉得说我们的住宅法呢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条文，就是呢住宅要供人民居住使用那基地跟建筑物的使用呢不得有碍居住的邻近安全跟卫生，否则的话呢要科予这个罚则我是觉得这个很重要。那另外这里也要讲的就是说，我们的都市计划法所授权的很多的土地使用分区管制，把这种住宅很多的住宅竟然住恶的房子可以放入零售业，我就觉得好奇怪这跟我学的真的是差太多了。你说我们有住一住二住三住四，那住二这么低度的这个使用而且要求的居住品质这么高的，竟然有零售业那住宅更新这里5分钟了吗好，那我很快那接下来就是说呢这个更新的这个部分也就是说呢，很多地方居住品质已经没有达到最低的这个居住的这个水准了，那你政府应该要有义务呢去更新那还有就是税捐的优惠，就是说我政府都没办法积极的提供人民基本的生活的这个水准的话，那你至少呢人家的自用住宅你应该不要去课税嘛这点我在很多地方讲过就是说呢在这个
这个德国哈，在其实中国大陆也是一样，澳洲很多国家自用住宅是不科房地税的哈。那住宅贷款优惠这个补贴，这个当然现行法有哈。那另外就是说空屋的释出，我认为呢应该要给他这个足够的这个租税诱因啊。好，那最后我把今天这个资讯啊，两分钟哈。啊，资讯这个部分我后面也有写哈，就是说呢，资讯的提供这里哈，我会觉得说我们要仔细的去看说，第一个提供资讯的义务人应该是谁啊？就是说现在这个条文说，哎，你是科给啊这个啊工会或团体，那这个对不对？其实你交易的当事人自己最知道资讯在哪里啊。那我们现在实价登录的同时或移转。这个登记的同时，他是不是已经啊就提供了这些资讯啊？那你政府要什么资讯？那其实如果说你主管机关已经有的，就不应该说再重复要人家要。那这第一个，好，这是提供义务的当事人这一块。那第二个是说呢，你今天提供的资讯的内容，因为你又涉及这个罚则，那你今天既然要罚啊，那你就要符合法律的明确性原则。啊，就是要提供什么资讯，应该在法律里面呢讲清楚啊，那否则会可能违反必要性啊，或者是比例性。时间到了吗？还没有。啊，好 ，OK， 好，好，所以啊，那这个是我资讯这个部分，因为我相信很多人那边啊会特别提出来哈，那所以我再提一个，就是我资料其实都有写得很清楚哈，所以请大家啊来参酌哈。那另外我提一个，就是使用分区这一块了哈，我觉得使用分区跟我们的这种啊住宅的居住品质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呢，住宅区为什么要分为住一住二啊，什么二之一啦，三啦，三之一啦，四啦，四之一啊，这个好多种区，这个分至少有七八种。那这个就是因为呢，不同的住宅啊，有时候它有使用分区上的一个考虑啊。那就是我以这个我在美国念的就是不动产法啊，你这个啊。有些住宅根本完全不能为商业使用。好，那我知道时间已经到。好，那报告到这里，谢谢大家聆听，谢谢。好，我们感谢台湾法学基金会谢董事长。所以你了解立法院，他们在抓准时间讲话很快，也还八分钟，跟委员差不多了哈。啊，今天非常谢谢您宝贵的意见。第二位，我们请那个不动产中介经纪商业同业工会。全国联合法官委法规委员会，我们的唐威雄主任委员，麻烦你，主席哈，各位学者专家，还有前辈哈，还有各位与会代表哈，大家早安，大家好。那个哈，我想哈，这个产业界哈，先提来哈，因为我们大概就五分钟，讲话很快哈，七分钟，七分钟啊 ，OK， 好，来，没关系，我讲话也很快了哈。因为主席说不准骂人啊，如果扣掉不准骂人的哈，大概就没什么好讲了。好了，给好了。首先这样讲哦，这个涉及我们产业界，第一次他母法在修的时候，没有知会我们产业界就修，当初我们就相当有意见。现在又有罚则，没有践行他法律应有的程序，没有程序正义，哪来的实体正义？很离谱啊，很离谱啊！我说过，我们全力的支援，我们房仲业向来都全力支援国家的政策，包括了实价登录。我记得交辅导在立法院，我一直就在我前面而已啊，陈启明也在啊。我们说好支持你，我们没有盖那个章，他根本那个实价登录根本不会过哎、欸。现在还罚我们工会，我们工会哪有那个能力啊？你程序不正义啊！第二个。什么叫拿资讯？现在成交已经实价登录了，你在上面都看得到了。剩下是什么？客户的消费行为，客户没有买的房子的行为，没有买的欲望，他的预算，这是什么？这就好像公部门哦，带着武器到你们家来说，好，我要给你拿资料，你不要，不要就罚你钱，这样够不够白话文？构成要件都不明确。不确定性的法律概念就来罚人，这样可以吗？老实讲，那个不是财产权、啊、我坦白讲，我们提供那个客户资料，绝对不是财产权。
那是人权。你看那个美国那个苹果手机 ，FBI 啊，除了恐怖安全以外，国家安全以外，还要经过法院来什么判定呢？我们国家不是啊，我要给你拿相关资料，你相关资料又不定义又不明确，啊，新鬼个供，啊，我就要给你拿什么？成交记录已经在那个地方，实价登录查得到了，剩下是什么？买方卖方未买的资料，这个其实真的有问题啊！我当初讲说，你一刚开始在修那个第一次修法的时候，过以后没有通知我们产业界，我们都已经哀哀叫了，我们就不想讲。这次来变本加厉。第二个，我们工会没有钱，可以没有钱，没有权力，没有执行力来请这些什么会员公司来提供啊？你发工会要干什么？是条文立的好玩呢？是好用不好？好看不好用吗？工会来讲，我们最大的防重业，信义、永庆、太平洋、永春，你叫他来，工会有这个能力吗？有这个权力吗？连公部门要去要求他的相关资料都没有办法，更何况工会去要求，他也是我们会员公司欸，我们可以这样做吗？再过来。包括那个53条配合49条第二项第61条哈，因为时间有限，我们不讲构成要件。构成要件是那个谢老师他们在讲的啦哈，讲到书面我们都有写了哈。那个定时来发布，当初我们对实价登录就有一个很重要的疑虑，什么？就你这个登录一定会造成整个市场。那时候在签的时候，我其实就暗示长官说，这个实价登录一上去，一定房价一定跌20%。现在就开始跑了。为什么？因为房地产不会日日春的，它一定会往下爬的。那往下爬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在这个现有的价格往下再砍的15%、20%，现在都发生了。你定期在发布，到底是发布成交呢，还是未成交？你这个资讯要拿去要干什么？这些投机客会不会从因为这样的从中获利？更麻烦在哪里？你要知道，我们现在涉及金融那一块。假设跌下来跌20%，现在目前贷款最高80%，一跌价值甭不见了，银行也没得修啊，不是只有我们而已，这个涉及是背后我们工会的背后面是一般的老百姓的，包括你们都在内。你今天来看个房子，好留个资料，公部门就可以拿进来跟你讲拍谁的资料，我被矮，谁要做这个啊？这个是很糟糕的一个立法，非常糟糕的立法。再过来，已经有成交了，叠堂价屋，成交记录就有了，你何必一定要再来呢？最重要的是，这个相关的客户资料全部都是什么老百姓的，我们有什么权利交出去？我们有什么权利可以交出去？包括大公司都不可以交啊！主席，那第一轮好吧，报告完毕。好，那个我们的法规唐主任委员，你愤怒的声音我们听进去了哈，这样我们了解。那我今天再特别介绍我们委员会，我们年轻又潇洒，口才能力都非常好。我们赵天麟召集委员，他今天特别过来关心，请大家给他热烈的掌声。再来，我来介绍刚刚啊哈。没有介绍到的，我们政治大学地政系我们的江颖慧助理教授，好，谢谢你，欢迎你。再来，我再请我们的地政师工会全国联合会我们的王进祥荣誉理事长来发言，谢谢。主席，还有各位在座的专家学者跟各位长官，大家好。我想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啊，当然很高兴啊，能够邀请这一次地政士工会来参与今天公听会，我们觉得非常的高兴。因为地政士工会完全是从101年8月1号到现在，对实价登录它的好坏、错误跟盲点跟问题，是深刻有印象而且有经验的一个单位。所以这一次对产业工会的一些横平性啊，或者他一些要求啊，容我就叙述如下哈。第一个，请不要重蹈实价登录已经知道的错误跟盲点，这是非常重要。比如说实价登录已经知道的，现在有两个
可以解决的，但没有解决的，这一支住宅法里面好像是要配套，或好像没有要配套。比如说，我们现在预售屋应该实价登录而没有实价登录。第二个就是房仲只有委托房，就是租人只有委托房仲才要登录。那这两个问题呢，到底要不要解决？我不清楚。那住宅法这个时候是要等到以后的实价登录平均地权条例配合修法吗？我不知道哈，所以我在想说，我们可不可以利用这一次，刚好把住宅法可以当作特别法，也把它做一个规范。也就是说，已经知道的实价登录的盲点，营建署这一边、主办单位这边应该跟地政司要很大的一个沟通跟协调。第一个，你知不知道到底实价登录到现在处罚了六百多件里面的处罚的太阳？原因还有虚假登录到底有哪些可以防范，还有哪些可以解套方案？我想这个应该地政司会知道。地政司如果不知道的话，我想我们地政司公卫也会知道哈。这第一个，第二个，事实上实价登录到现在，从101年到现在，到已经105了。平阳已经讲网站功能一直在更新跟一点 upgrade， 那已经更新到现在了，我就感觉到这一次的住宅法为什么都不善用实价登录？如果刚刚我讲的预售屋的登录跟租赁的登录的话，只要在现在的实价登录里面呢，网站的功能啊，或网站的一些方寻里面把它解决的话呢，我想马上就可以解决。当然，今天的住宅法如果配套是更好了。也就是说，4年来的网站，我们觉得已经建构的几乎已经完整了。再来第三，如果住宅法跟实价登录有叠床架屋的话呢，这是我们所不乐见，而且浪费我们整个社会资源。第四，已经知道了这个问题呢，比如说这一次53条，53条讲到开工后的一些申报、预售前的一些备查，还有余屋。我刚刚讲过，预售屋你只要去实价登录的话，余屋也会出来啊，已售屋、未售当然可以出来嘛。那他登录的时候把他的户数都出来的话，刚刚讲的到底是预售屋的价格也好，开工的日期也好，可以在里面的一个栏位把它填写，不是一切都解决了吗？然后来更重要的就是说，实价登录产生了一个最大的一个错误。实价登录本来是一个买卖双方交易当事人主义才对嘛，结果当初犯了一个最大错误，就是责成帮忙协助的产业工位地政司来做处理。当然现在地政司这4-5年啊，有讲白一点，也已经忍辱屈辱，已经把它度过了。但是我们度过，我们愿意扛这个责任之余呢，我们不愿意它再重叠呢。什么重叠你知道吗？也就是说，地政司在实价登录的时候发生几个问题的。他本来要去登录的时候呢，比如说预售屋的时候，我在讲预售屋，成屋还不太有问题。预售屋的时候呢，第一个地政司不在现场，是代销在现场。第二个呢，他签约的状况我们也不知道。第三个呢，可能某些建商他不愿意提供，或者说他耍赖，或者他说啊你不要管啊，地政司怎么办？啊，已经知道很多案例是这样被划的啊，但是这一次好像也没解决啊。这一次当然把矛头又指向建商工会了，我不知道是不是要惩罚他们，我不清楚了哈。但是怎么把工会扯进来？当事人主义就是你预售屋的。也是开发商本身嘛，其实跟工会不能扯上关系的，这个是我们一直强的一个概念哈。第二个，整个最大的问题在资讯的提供跟资讯的统计分析是两码子事，资讯的提供跟资讯的统计分析两件事情。当然我们知道了，正确的资讯、充分的资讯、及时的资讯跟透明的资讯是普世价值的，这大概就知道。但是问题出来了。我个人认为啊，以现在我们实价登录的经验来讲齁，如果把我们的一些个资法啦或商业机密的一些观念把它撇开的话齁，事实上还是可以并存的。如果可以并存的话呢，我就个人就讲出第一个概念了。在第二个大概念里面的第一个概念，政府到现在的实价登录本来就可以统计分析，但是没有做。到现在都没有做。因为那个只是后台，只要程式设计去写一个程式的话呢，比如说我随便举例，到底实价登录，我们现在到底多少案件是地政司登录的，多少案件不是地政司登录的？那划了600多件里面的太阳、原因、问题、盲点在哪里？然后备注栏在写什么？车位有没有重物在哪里？其实都可以统计的，怎么会不知道呢？那表示后台的程式设计跟我们实际上的运作是脱轨的嘛？我们不希望在住宅法里面再发现了哈。再来，那整个这一次我感觉到哈，以我们的经验来讲，整个来源呐跟范围啦，是会掐制到整个产业工会，也就是产业工会更没有公权力，也没有执行力，也没有约束力来约束这些概念了。所以最后我想几个的概念了，就补助的话呢，应该补助不是非营业组织跟学术单位，我应该缓过来补助我们这些产业工会来帮忙才对啦。也就是说，53条可以用实价登录来落实。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交货的管理才是最大问题。也就是我看到住宅法最盲点最大的问题在交货的管理，所以我就提几个建议。第一个，管理能力跟执行单位应该要有专责机构，我不知道里面有没有，我看到是没有了。第二个，预算应该是来鼓励这些产业工会甚至委外管理才对。第三个，
要鼓励产业工会跟产业工会合作嘛。比如说以后的产业，我们的物业管理应该是鼓励地震式的产权登记的管理，产权的管理跟我们一般现在物业公司的委托成立管理组织或者生活管理、日常生活管理结合在一起才对。谢谢大家，谢谢。感谢地震式全国联合会的王律师、王理事长宝贵的意见，但是你在实价登录里面可以反映很多问题出来，而且实际的资料也可以产生嘛，哈，那个我这个特别注意一下。那来第四位，我们请那个不动产开发商业同业工会全国联合会我们的余秘书长。主席、赵委员跟各位长官，还有各位先进哦。那么对草案的第四十九条跟五十八条呢？我们全国联合会有三点的意见。第一点，依照内容不明确的法律哦，作为干预人民自由权利的依据呢，它有违反法律保留的这种实质的内涵。那么以四十九条第一项第一款为例哦，那所谓的租赁跟这种买卖的市场里面呢，它包括了供给、需求、量，还有它的价等等。在经济学里面呢，它就是整个一个市场所有可能的东西呢，那么都可能包括在里面。那么另外在第四款的部分呢，它还提到说其他必要的这种住宅的资讯，所谓的必要哦，它的这个条件到底是什么？哦，那么其实并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可预见性呢，那么让人民能够去了解。那么所以这样子定下去之后呢，就如同开了一个空白支票，让主管机关呢，他可以随意的填写，这个并不符合呢宪法保障人民权利的意志，哦，也不符合法律的明确性呢跟比例的原则。那么再来就是罚锾呢，它是一种干预性的一种行政处分。对这种干预性的处分所根据的这个法律哦，它必须要符合法律的这种明确性。法律的内容的明确性呢，包括了可预见性、可量度性，还有可信赖性。那我们很遗憾的是说，在草案的第四十九条如同上述呢，显然并没有符合法律内容的明确性。在这个情况之下，草案第五十八条就相关的产业工会呢，竟然得处最高一百万的这种罚锾，而且呢还可以按次来处罚。哦，本会认为呢这个并不允恰。第二点，对工会处以罚锾呢，那也缺乏这种可苛责性跟可规则性。大家都知道，行政法哦是对违反行政法义务行为责任的追究。这个被处罚的人民呢，他是在行为当中那具有可苛责性跟可规则性。那么相关产业工会呢，那么只是一个商业的团体，它不像政府的机关呢，它有公权力，那么同时政府呢，那么享有资讯收集的这种优势的这个地位，法律上也没有要求呢相关的这个建案呢一定要跟哦相关的不动产开发工会呢来做申报。在这种缺乏执行工具的情况之下哦，那么也哦，在这种缺乏执行工具之下呢，如何用这种可苛责性哦，还有可规则性呢？那来处罚工会，而且没有法律授权之下，工会即使被责成要求呢，那么第四十九条来哦，这种收集资料，但是有如何去收集？到底有没有侵犯公司的营业权？有没有涉及到个资？对会员到底有没有拘束力等等？凡此。通通都应该有法律所规定的事项呢，那这个部分呢在草案当中对这个部分没有做任何的律定哦。第三点就是工会呢并没有执行的工具。那么各县市的不动产开发工会哦，那今天我们也各县市的工会的哦理事长跟秘书长都有到哦，我们都不是一个盈利的这种人民团体，经费的收入呢有限，而且我们没有执行四十九条收集资讯的这样子的机制。那如果没有顾及到工会有没有执行力，就强制的要求工会呢在有限的人力物力跟财力之下呢，那么来处以呢这种最高这种罚锾，那这个部分呢工会将以后如何存在，势必会被走上哦这种解散之途。那第二个部分，我们对五十三条还有六十一条呢，我们也是有三点的意见。第一点，草案第五十三条要求开工后呢，应配合提供相关的统计资讯，这个部分呢，它的范围也是不明哦。而且因为不动产开发工会呢，不是一种特许的行业，它不宜去执行第二项跟第三项的规定呢，而且这个规定有影响营业自由、增加产业负担之余。第二点，
对以销售或出租相关资讯呢，那么已经有实价登录哦。刚才仲介工会哦，还有地震师工会也有提到，那也有地震机关的地籍资料可查。那现在又要按下去申报的话，这个实在是扰民，徒增负担。那另外，如果是说一个公司留下余屋一户来做自用三十年，那么难道政府呢？那么也要去控管三十年吗？而且第三点，按季公布已经涉及到干预公司的营运内容，同时公布的资料没有明确的确认的话，这会制造消费者跟经营跟代理销售公司的交易纠纷。那么最后我们简单的归纳以上三个报告重点哦。那么第一个部分呢，草案四十九条要工会提供住宅资讯，没有明确的内容。第二点，在没有明确的内容之下，又没有给不动产工会呢有执行工具跟法律依据，用第五十八条对工会处以高额罚款呢，这个并不合理。第三点，预售被查跟每季提供余屋资料呢，影响营业自由，建议不宜入法。好，那细节的资料我会把书面呢提供给大院。以上报告，谢谢。感谢营秘书长宝贵的意见，谢谢你哈。那听起来好像都在冷气里面写出来的法令啊，这点，行政机关要特别的注意一下。那现在我们请台湾省建筑工会联合会我们的李秘书长发言。主席，各位先进啊，我是台湾省建筑工会的秘书长。有关我要所提的哈，刚刚前面几个都大部分都陈述完了哈。那一这样子来看哈，如果说一个建商他有一些遗屋，或者是每个月每季要去申报这个销售的状况哈，我想这个涉及到人民所谓的自由交易的权益，那也会影响到一个银行的销售的银行的资金上的流向的问题。比如说我这盖了100户，我才卖了10户，那我还有90户没有卖，银行会不会看你这个你的公司会不会有问题，要不要给你抽银根？所以这个问题很大哈。那我想说不能再用一个好像超大型的一个政府的立场，如果政府来盖我资金无限当然无所谓啊。那如果说一个很大型的建商，比如说上市公司或怎样的一个公司，它资金是不会被银行抽银根的，那当然没有太大的问题哈。那至于一些民间的土融也做的，建融也做的，会不会产生一个金融的效益？那我想是很重要的一个议题，不应该把它入法，会影响到人民跟商业上的行为。好，那大部分我先提到这样子就好了，因为大部分前面都提过了。那谢谢主席。好，我们感谢那个，那个台湾省建筑工会的李秘书长，简单有力把重点讨论，点出来的一个宝贵意见。再来，我们请第六位，我们那个空中大学法政系，我们的李副教授及系主任发言。主席还有在座的先进，大家上午好。有关于这次住宅法修正草案的公听啊，我就扣紧这个提纲来做一个这个从法律政治方面的一个个人意见啊，提供大家来指教。首先针对第一个这个提纲的部分，提到有关于这个产业工会跟团体有没有所谓的这个提供市场资讯的义务哈，我想这个命题从一个逻辑来切入哈，就是住宅法的定位，第二个就是所谓这个产业工会跟团体的一个定位哈，大概有一个比较具有这个法律逻辑的一个想法哈。那住宅法呢跟土地法是不太一样的哈，就是住宅法就个人的研究认知上哈，是所谓的社会法。那土地法呢其实是行政法规哈。那么相对于就是像民法，大家可能很清楚它是在一些所谓的交易契约法规。所以我的认知从这个所谓的住宅法从社会法切入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专章里面不管是居住的品质或者社会的住宅啊，大概就可见一二哈。那如果说我们从这个行政法的角度来切入的时候，自然就会
对应出所谓的说这个产业工会呢是不是所谓负有行政义务的一个法人啊，这个就是所谓的一个定性上的一个问题哈。那么大家一定知道，就是说土地法跟住宅法它都是所谓的不动产法，一定跟经济相关，所以在土地法的部分呢跟住宅法的部分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所谓的 trade-off， 就是一个选择上的问题，就是说透过住宅法或者是土地法会不会伤到所谓的这个社会经济的部分哈，这个等一下会跟第二个命题相关。那么我的认知认为住宅法是社会法哈，所以在社会的这个法规当中呢，在衡平各方的利益的过程当中就一定要小心。那么当然从这个所谓的这个正面的版本里头看起来是比较定位在行政法的部分哈，这是我基本的一个想法。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在产业工会也就是所谓的商业同业工会当中呢，在前述的这个逻辑哈，如果从行政法论述下来的时候呢，它就是负有一个行政义务这样的一个法人，大家从100年的这个出版这个出来的这个法规就看得清楚哈，但当时候呢是没有所谓的法律效果，没有所谓的行政法则哈。那么第二个我要讲的就是说我的论述呢认为住宅法是社会法之后呢，产业工会的这个团体哈是所谓的什么呢，是所谓的法律当中的公益社团法人，也是所谓的自律组织啊。那么我来自于高雄市的这个市立的学校，也是所谓的空大的学校哈。我们深知哦，在地方政府的这个财政困窘之下，在整个政府的施政当中，尤其政策一定要秉持所谓的所谓的 PPP， 所谓的公私协力哈。那么如果大家认为所谓的这个商业同业工会，也就是所谓的这个法规当中的相关的产业工会跟团体是所谓的自律机关，是所谓的商业团体的时候，这件事情就有一个比较能够符合所谓的经济啊发展的一个角度了哈。那么我最后要提到就是说有关于有没有这个义务呢，在昨天提纲当中夸虎里头已经提到了性刑法是没有的。那么就我所理解就是说在我们去看住宅法也好，或者是所谓的民法这个社团法人也好，大概都没有办法找到这个脉络。今天来之前有做了一些功课啊，那这个功课因为来不及呈现给大家，我就用口头报告的方式，就所谓的商业团体法啊，商业团体法当中呢非常明确的啊揭示在所谓的第三条第一项第一款跟第二项的部分呢，第二条的部分就直指呢，其实这个所谓的商业同业工会啊，也就是法规里面所讲的这个产业工会跟团体呢，它基本上是一种所谓的商团，也是所谓的这个公益法人啊，所谓的社团法人。那么大家一定知道，就是它来自于私部门。好，所以在私部门的理解之下呢，如果这个政策要落实的时候呢，就不能把它直接赋予说行政法上的行政义务，这个时候就会有相当大的冲突。那么扣紧第二点啊，就是有关于这个正确完整及时透明的资讯啊，就所谓的资讯公开或资讯揭露，一定是整个政策还有包括产业跟个人都一定要面对到的一个功课啊。那至于这一个所谓资讯揭露或公开的一个益处或义务，到底是要由公部门跟私部门来承担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一定要了解哈，就是说在两次的立法当中，刚才前述的先进已经提到，在整个程序正义呢并没有纳入所谓产业工会的这边程序上的意见，这个是非常遗憾。第二个从法律上来看哈，当然啦，资讯揭露对于促进交易或交易的安全是有相当帮助，可是对于业者呢，如果没有沟通没有很好的尊重的时候，当然就会造成一种自由市场经济当中经济发展或产业发展当中的一种寒蝉效应哈。那么第二个有关于这种商业机密或者所谓的个人资料的保护呢，当然这个是尾随而来的哈。所以在法益的平衡当中，公益跟私权哈，或公益跟私益当中，就一定有相当大的干戈。最后一点的补充哈，因为我认为哈，在提纲三当中的这个所谓相关团体的权利义务跟法则呢，我不认为它是有义务的哈。那当然这个提纲一当中夸虎也提示哈，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商团法的第五条提到，其实呢在这个商业团体呢基本上它是有统计的这个任务，但是这个任务完成了到底它是做会员的服务呢，还是提供政府施政的一个协力，我想在这一个过程当中了解清楚之后呢，就不应该附随一个所谓的法则，因为这个法律效果是来自于行政责任的时候给的压力太大了。如果回过来哈，如同前面的这个先进有提到的，透过所谓的诱因啊 incentive， 不管你是补助
或者是所谓的奖励，我想这个方式可能会更好的。所以在提纲三当中所提到的这个衡平性，我觉得是完全失控了。那第二个就是有关于这个法律原则当中的比例，那就不谈了，反而是回到基本点，就是说法律明确的授权，到底在这个49条的这个第一项第四款当中的这个必要性，到底是带来了明确性，还是带来这个寒蝉的这个效应？我觉得提供大家来做一个思考，谢谢。我们感谢李专任教授及空中大学我们的法政系李福龙系主任李精辟的见解，谢谢。再来，我们请那个不动产估价师全国联合会我们的陈理事长发言。主席，各位专家，各位学者，大家午安。那今天很高兴可以来参加住宅法修正草案这个公听会，那我主要针对就是住宅的市场资讯的部分这一块来发表一些看法。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目前住宅的一个属性，到底它是一个住的权利或者是一个商品，这个其实要做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定位了。因为如果假设是一个商品，当然有些资讯的部分来讲，就变成是没有需要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但是因为是住的权利，所以这里面来讲，其实所谓的住宅价格的一个透明度的部分来讲，这边其实它必须要去做一个更强化的一个透明。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其实整个我们现在目前的住宅的一个价格的部分来讲，就是说其实在世界先进国家的部分，其实住宅透明度的部分是应该要做的。那台湾现在目前因为整个房价所得比的部分来讲是偏高，那偏高的情况之下，那这里面来讲其实必须要做一些什么样一些措施，其实才可以让整个价格可以做一些比较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控管。那刚才有先进提到，就是说所谓的价格的透明度的部分来讲，会造成整个交易量的一个减少，但是这个应该有一些东西没有必然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其实从其他的一些制度来看的时候，其实它并不是这样子。美国跟香港的制度的部分呢，其实并不是这样子。所以回过头来，其实在估价师工会的部分来讲，其实它是支持整个住宅价格的一个透明度的部分。那住宅价格的一个透明度的部分来讲，其实从我们一般在做使用的时候，其实是从两个观点在看，一个是价，一个是量的部分。那现在目前的价的部分来讲，其实它是有一定的透明度，但是预售房屋的部分其实它的透明度还不够。那当然这里面来讲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是我们现在目前比较看不到，就是一个交易量的部分，因为这个量的部分跟我们现在目前有时候我们在用到的一些所谓空屋率的部分来讲，这些数据资料的部分大概都没有办法去结合在一起。那所以当一个消费者或者是一个人民在选择住的部分来讲，包含像现在目前整个要不要去购买这样的一个房屋的部分来讲，其实这个量的部分来讲其实才是一个重点。但这个量的部分来讲，其实我们现在目前看到的是这个量的资料的部分来讲其实并不够，有一些相关的一些个案的一些资料的部分呢，其实并不是非常清楚。所以这边来讲，其实在住宅法里面课语有一些资讯的一些收集的部分来讲，那当然这里面其实有它的一个公益性存在，但只是这里面来讲其实会让一些目前产业工会会担心的部分是公部门将来怎么样配套来使用这些资讯的一些措施。但这里面公布的非常透明的情况之下，当然现在目前我们看到有些建商团体的部分会因为怕这样子去影响到他们的一些交易状况，其实这个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公部门未来怎么去用这些资讯的一些配套措施的部分来讲，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完全明确的到底哪些资料必须要提供，那将来资讯的部分怎么样来去做这样的一个透明化的一个程度的部分呢，这边也必须要在立法的配套里面呢去做一个相关的一个使用。第二个部分来讲就是工会的一个角色哦。那其实我们大概都知道，就是说除非因为现在目前除非你业必归会，就是加入所谓的工会的必要性，所以这里面来讲当然涉及到工会怎么样去完整去取得到这些资讯的部分。那当然一个是法律的授权，第二个部分是主管机关的一个协助，因为现在目前有这些资料的部分是监管单位，监管单位会不会提供给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工会的部分去协助政府来做这些事情。那当然这里面来讲就是说，如果法律没有强制的这样的一个授权的情况之下，那这时候建商工会到底有没有一些免责条款，因为实际上现在目前
工会的部分其实要取得这些资料，其实法源的部分呢可能不是非常足够。那再来的话就是人力物力的部分，因为的确我们也都是一个工会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成员哦。那其实一个工会现在目前的一个经费的部分都非常有限，所以怎么样去让工会的部分有足够的人力物力的部分来去协助政府做这件事情，所以这里面当然就是权力跟义务必须要相当。所以这里面来讲，就是说刚才提到，因为要建制这些，其实会需要花很多人力，也需要建制一些系统等等，才有办法来做这些事情。所以呢，应该是要让工会这边哈有一些收入的部分，那才有办法来协助政府做这件事情。那至于要不要课这样的一个法则的部分来讲，建议初期还是用鼓励的方式，后面的部分来讲，有收入之后再课以法则。以上。感谢我们不动产估价师全国联合会我们的陈理事长的发言。再来，我们请社会住宅推动联盟的彭阳凯召集人发言。主席啊，在场各位委员还有各位先进啊，大家好。然后很荣幸今天来参与这样的一个讨论。然后我想说，我刚刚也听了前面非常多的业界的先进的发言。那也许从我的角度，我觉得可以换一个方向来讲。我猜刚刚的讨论里面有一个，虽然可能大家对这个目前的行政院的版本都有一些的意见或不满，可是我觉得有一个大的前提共识，其实基本上大家都承认，就是作为一个自由或是健康的交易市场，它其实一定的资讯的公开跟透明，这件事情是好的嘛？这个事情是好的，我觉得这个事情大家都同意。那我们就回头想一下说，一个市场现在看起来，如果从住宅相关的市场里面，大概有三个主体，一个主体当然站在中间是政府嘛，国家嘛，那另外一个就供给方，然后一般讲就是业者等等，那另外一个其实非常重要的前提是消费者。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讨论的部分，我也恳请委员们从一个消费者的眼光来探讨，到底这个资讯的事情对消费者是什么意义。我用个简单的讲法，我想住宅应该是台湾一般人一辈子买过最贵的一件商品。可是你想一想，你现在每次都以前都讲过很多次啊，你现在随便去 Seven 买一包食品，都有各种的标示，很清楚什么成分、什么年份制造等等，或者你买各种的3C产品，你有非常多的资讯，有不同的价格，你可以有厂商的资料都可以查。你看我们一从消费者的角度，我还是都回消费者，一个消费者一辈子花了20年、30年的储蓄买的最贵的一件产品，我们消费者到底可以得到什么资讯？应该是从这个角度来去看。那我也觉得我在讲说，这都是一个不同的观点，我并没有反驳刚刚一些先进讲的，像说刚刚有些先进讲说，从业者哈，主管他是销售的角度，他每一季就要报，他说他盖了100间，现在只卖了10间、20间，你就叫他来讲，他觉得会对他的商业什么融资的角度等等。可是从消费者角度，我们每次去买房子，厂商都告诉我们最后一间，再不买就来不及了，对不对？那到底是不是卖得这么好？这个东西我觉得从消费者的角度，我们要不要横平的考量说从消费者的权益怎么保障。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讨论的大前提是，我觉得应该是从政府的角度，他应该站在兼顾供需双方，业者跟消费者的权利的横平的，我还是觉得这是最重要的横平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处理。好，那在这个前提下，我当然觉得说，当非常多先进谈的一些意见，我也同意。第一个当然是从49条里面，当然有明确讲说，政府为了引导市场健康发展，要提供多相关的资讯，它列第几项几项的资讯嘛。那我猜刚刚大家第一个疑虑是说，这样的资讯现在还是一个笼统性概括性的定义，能不能把它讲得更清楚？这个东西我猜是非常多业者关心的，就是说是不是有些资讯是我能够提供的，或是不涉及我的商业或等等机密，到底这个是什么？这必要性，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事情讲清楚，我觉得这个事情上不应该做，应该是说也许他是应该把资讯
把它讲清楚，到底是哪一些资讯来应该来做。那第二个刚才问的，其实还有一个重，我猜特别工会谈的重点是说，好，如果我们把资讯的必要性的资讯能够更详略的清楚化，那现在问的是，到底是谁可以提供，谁应该提供嘛？那有从工会角度可能会讲说，那可能是一个业者提供，因为从一个权利的那种行使这个权利的关系来讲，是卖的人来提供嘛，或建商来提供，或是业者来提供，而不是工会提供。那这个部分上，我也觉得是可以好好的来讨论。那刚刚其实我也了解说，我们台湾其实没有真正做到业必归会这个事情上。那到底这个事情上是不是一定要由工会提供？或者这也问说，是不是如果有个技术上说，我们假设能清楚的明定哪些资讯，那些资讯就是由业者必须提供，那只是工会是作为一个协助政府去整合资讯的角色。那如果哪些业者没有提供，那工会只要回复政府说某某业者没有提供，有些业者提供，有些业者没有提供，那我整合好送给你。那我也许如果把工会定义在一个是一个协助资料的会诊的角度，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帮助政府很大的忙。那从这个角度这来看说，所以到时候他如果有一些我们定义成必要的资讯没有提供，到底的苛责应该是谁？是一个协助政府来收集资讯的工会，还是说应该是作为资讯提供的当事人？我觉得这个事情上的确就可以比较清楚的把明确出来。那至于法则的部分，我同意说，因为这涉及到法则部分，除非在母法里面有非常清楚对于资讯的非常清楚的界定会规范的时候，不然我当然相信说业者都会觉得很恐惧嘛，因为你像开了一个叫必要资讯，可是我又不知道必要资讯是什么，然后以后说要罚我，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大家会疑虑。那最后我的建议是这样，因为事实上住宅法是个重要法令，现在其实也，我猜这个会期其实大院应该也会赶快来审。那我觉得针对这样争议，有没有可能是真的可能也许就是由内政部营建署或地建署近期找赶快邀，就直接邀几个工会的业者代表，我们直接另外开一个会议来商讨。那我也许可以请业界这边还有行政部门都来提说，大家觉得我们觉得应该要提供的资讯是哪些。那我觉得如果我们先对大家觉得应该做而且做得到的资讯有哪些，有些共识的话，我觉得后面的争议都会消除。那这是我最后的建议，谢谢。谢谢我们年轻彭阳凯召集人的宝贵意见，以消费者的权利方面来考量，好，谢谢你。再来我们请那个消费者文教基金会房屋委员会我们的林旺根召集人发言。主席，还有各位委员，还有各位与会的代表，还有相关机关代表，大家好。那今天很开心，很高兴来参加这样子一个住宅法的部分条文的一些公听会哈。那因为时间有限，我们就针对这个讨论的议题好来做表达意见哈。刚刚彭执行长提到，从消费者的角度哈，那刚好我今天是代表消基会哈，所以从这边来表示一些意见。那消保法的第四条的规定哈，就是企业经营者包括政府都应该提供正确而充分的资讯给消费者来做这个消费的一个参考哈。所以从这样子的一个思考哈，那在刚刚陈理上也提到说，实价登录现在提供的这个量的这个价啊，个别的那个价的那个部分哦，其实有一定的参考度。在消基会的这个意见调查的时候也给予过去马政府高度的肯定哈。那啊，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认为说现在不景气，但是价格不会动，价格。我们如果是价说要量说要价跌的时候，到现在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所以刚刚王理上有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现在价格不会变，或者是有虚价的问题。那这个部分我觉得产业界或者是政府应该去思考，为什么这个部分的价格不会变。不会，没有太大的一个跌幅哈、哦，这个是，当然我不希望它很剧烈的这个跌幅啊，这个部分不是我们的所希望的哈、哦。那问题是，
这个问题是我觉得是在刚刚陈理事长提到很重要一点，就是没有一个总量的一个分析，在这个这个市场上面提供给消费者做一个很精确的一个参考，这个是我觉得政府应该去努力的哈。那今天的提纲里面提到说，相关工会团体有没有法律授权来做这个统计资讯哈？这个部分的义务，我觉得有一点奇怪。这个问题是因为现行的住宅法39条就有这样子的一个义务了哈，只是它是一个没有强制性的，因为没有法则，所以它没有强制性。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那它的括弧里面提到说，未强制住宅建案相关资讯需向这个产业工会来申报，这个就是问题的症结。因为工会的立场来讲也很无奈，因为你没有人提供给我，我当然就没有所谓的相关的资讯提供给政府。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是我们今天在修法的时候应该去面对的一个问题齁。所以这个修法的方向齁，现在的这个49条跟53条似乎想看到这个问题，那看到这个问题的解方，我觉得有一点问题，就是在我们49条要工会团体来提供所谓的这个统计资讯。那我们看看这个今天的这个资料哈，因为我昨天没有收到这个资料，我们特别在看哈，今天的行政院版的跟吴玉琴委员版的哈，其实两个部分的解方哈，其实有一些不太一样。那我看，因为前面的49条的第二项里面是要工会要提供所谓统计资讯，那么在53条其实有一点跳跃哈，有一点跳跃，就直接说相关的住宅公司行号应该提供，反而是要提供给住宅所在地的这个直辖市或县市政府的主管机关。那么这样子的一个逻辑上，我觉得是因为你直接提供给主管机关，然后还要邀人家产业工会来统计资讯，我就觉得这个逻辑是不对的哈。这个我觉得我们不知道行政部门在这边可不可能再做一个分析。那导致哈，我觉得吴玉琴委员这边做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连结，就是这里面应该把这个资讯要提供给所在地的建筑产业工会，那由产业工会这边来统计分析，然后来提供。然后如果今天来讲，公司行号不提供给这个产业工会，那罚这个公司行号。那如果产业工会人家提供给你，你不做会诊来提供给政府，我觉得可责难性，就所谓的明确性跟可责难性、可预测性，这个余秘书长提的那个部分就有合理的连结。我觉得这些，我觉得在行政部门，我觉得应该做这样的一个思考哈。那当然，我觉得正确、完整、及时的这个资讯的这个部分是不是涉及到所谓的这个市场的经济或商业机密，我觉得也一点太过了齁。那因为我们看日本齁，日本的那个部分国土交通省有一些所谓的价格的分析的一些变动的那个部分，那甚至在这个他们的宅地建物取营业法里面也规定说，你在这个包括自销售、自行销售的业者，或者是委托销售的业者，在销售的当下都应该报给他们有一个 range， 就是一个指定流通机构的那个部分去做一些登录。那这个登录的是那个部分，业者工会相关的团体可以用，那也可以提供给政府来做一些参考。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没有跟商业机密跟市场经济没有做相对的一个影响齁。那至于说这个法则的横平性的部分呢，我觉得也可以朝向这样子来做一个思考。但另外呢，我们刚刚讲的公司行号不提供给工会，那工会可不可以，该不该受当该不该当处罚？我觉得这个部分呢，从法务部102年的这个解释里面也觉得说，义务人既然是你公司行号，那来处罚这个工会就不该当。那反过来，如果人家已经提供给你了，那你
又不提供给政府来做一些统筹分析，这个部分呢，那这个处罚我觉得就算该当。好，这个以上的意见提供参考。好，我们感谢那个消费者文教基金会、房屋委员会，我们的林旺根召集人所发表的意见。再来，我们请马，这个把它讲完再好。再来，我们请马克国际法律事务所，我们赵文明律师发言。主席，那个次长，各位先进哦，那个我们这边哈、哦，几点哈、哦、来跟各位报告。第一个就是说哈、哦，我们在制定法律的过程，根据我们从业人员哈、哦，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是，土法难以自行，但违法就万万不行。很怕的就是规定叠床架屋哈、哦。那我们首先有一点很特别，我们这边要先来对我们内政部次长齁，我们来做一个肯定齁，就是说我们终于有人要来认真做我们的这个居住政策了齁。那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听听次长他完整的一个居住政策，以及为什么要制定这样的法律，大家可能会比较容易了解。那在过去，很多人针对这个住宅政策齁，它并不是在提供居住这个量供给的部分，而是用加税的方式。那大家现在都看到了齁，加税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反而制造更多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对市长这一个做法，我们是给予肯定齁。那关于这个居住政策的部分，我们除了这个法律以外，我们提供一个其他的解决的方式给市场做一个参考，就是在我们的都市计划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公共设施用地齁，其实是荒废的，这在台北市已经碰到这个问题齁。那其实像我们有很多学校用地齁，都空在那里，没有盖学校齁。那其实为什么我们生育率降低了嘛，没有需要这么多学校，那这些地空在那里又没有用，那我们是不是要考虑重新来检讨一下我们都市计划里面公共设施用地要不要解编，要不要解编齁。因为我们要盖除了钱以外还要有来源，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应该是首先必须要去解决的。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也不好意思的讲齁，我们这次定的这个住宅法，说真的要修订的更内容齁，个人看起来有很多冲突的地方，然后呢有很多齁没有修改到的地方，那我们建议说，是不是我们开放更长的期间，让大家来提供意见啊？不要怪一漏万，也不要叠床架屋。首先，我第一个讲哈，我们在处理一个问题的时候，到底是鼓励比较有效，还是责备比较有效哈？我想大家教过小孩应该知道，鼓励比较有效。所以呢，我们如果第一个我们还来不及盖现有的房子，你要增加释出。第一个一定是鼓励嘛齁。那鼓励来讲，第一个出租的人最怕什么？扣水。第二个我储修了等来。但是呢，我们这次要肯定内政部，就是说我们针对出租的人有给予一定的租金免税额补助，这个很好。但是我们好像太僵化了，因为我们这个租金齁，实际上因时因地不同的齁。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给地方一个权限，让他们按照当地的租金所得来做一个弹性的调整，是不是会更容易达到这个标准？我们举例讲，你在南投，你在台北，你一个月给他一个10000块的租金免税额，对他效果会一样吗？我相信是不同的哦。我们台北市随便租一个房子，22坪可能就要30000块哦，哈。那你给他10000块免税，他可能觉得哎，不盖遮。但是如果在南投10000块免税，搞不好是全额免税咯齁。那这样是不是跟我们55条所讲的不得差别待遇是冲突的？不得冲突是不是冲突了？我们其实关于居住是不是基本权，平等是不是基本权，我们宪法第10条第7条都有规定。也就是说我们宪法已经有规定，那我们住宅法还要定这55条吗？好像反而跟我们大法官会议的解释会冲突哦。我们大法官会议4至66号就有讲到说，无正当理由不得差别待遇，但是你这里讲都不可以歧视或怎么样，是不是反而会增加了视线的问题？好，第二个就是说，刚刚很多人在讲的消费资讯的问题哦。我们刚刚再回来，还有一个就是房子如果收不回来怎么办齁，有一个终止权的部分38条，我们还是没有继续处理。如果按照过往的经验，
如果发生这个终止事由没有办法处理，就只有诉讼。但是我跟各位报告，最常碰到一种情形是什么？房客不缴租金，这个社会住宅也会碰到。如果不缴租金怎么办呢？我在台北市居住租赁论坛，我也建议修正公证法13条，只要出租人可以证明说他两期没缴租金，我就可以收回。那这有公证嘛？法院就可以强制执行，我就收回来了。好，所以这个问题的话，是不是会增加出租的意愿？第三个，我们很多包租代管有一个问题，大家没考虑到，万一有人在里面自杀或干嘛，是不是变凶宅了？我们是不是真的要花这么多人去包租代管，然后给政府制造这个困扰？我们要不要让出租人自己去管？那我们如果要增加他的一个出租诱因，是不是说我政府发给这个承租人一个公益，就是说他可以来这个承租的这一个函，证明说他是这样资格的人，我就租给他，我就享有这些优惠。我同样的，我透过公证，我就来做这些事情。那再来就是说，刚刚那个消费资讯的问题，我认为在这里也不需要定。最后一点补充哈，第一个就是我们其实内政部有定型化契约，我们政府可以去规定说，建商你要提供这些建材、建商这等等的资料，你若不提供，消保法的规定可以罚。我们不需要在住宅法这里处理。第二个，我们就呼应刚刚这个王建祥理事长所讲的，第二个就是价格的问题嘛。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有一个就是预售屋到底要不要实价登录嘛？如果有了，其实都本来都有各自的机关在管，我们需不需要再重复的立法？那当然，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必要资讯到底是什么，并不明确哦。我们要公开，一定要有必要性，要有正当性哦。那是不是其他机关已经有了，我们还需要做这些事情吗？如果没有，我们是不是就不用再要求？第二个就是资讯，我要求的项目既然已经不清楚了，他又没有调查权，我们再苛责他，去罚他，有没有可责性，有没有违反行政法法？请各位参考。好，我们感谢康克国际法律事务所我们的赵律师，你谈了很多，我深有感受，但是你可能没有碰到，告来告去，新闻会更大，行政首长不敢做，这也会碰到很多这样问题。好，有机会可以聊这些问题，因为管理切切实实是最重大的问题。那因为昨天台风，很多立法委员啊都在下乡啊去勘察灾情，所以首先来介绍。今天有与会的立法委员，我们徐中卫啊、哦，委员是内政委员会的，这个公听会也是由他来发动的啊、哦、啊。第二个，我们司法法制的委员会，我们尤美女召集人，嘿嘿。啊，第三个，我们李俊毅委员刚刚离席。第四个，我们资深老牌，我们内政的黄昭顺委员。啊，没有，资深我没有说啊，熟女啊，再来，我们年轻啊又漂亮的，我们李立才委员，内政委员会的，那黄委员刚刚特别拜托我，啊，给你3分钟、5分钟没有关系，因为他现在发完了，发完了这个言了以后，发完以后马上要赶回高雄再去勘灾，好、哦，麻烦你一下，啊，剩下一个我们的那个。主席、各位同仁以及我们所有的学者专家哈，大家早。我想很感谢主席今天安排今天的公听会。那大概从上个礼拜一直看到现在，我们最期待就是花市长来现场哈。结果花市长上次，就是反正就是很多的理由就不见了，我拍摄工龟缩了哈，安尼拍听。但是今天终于坐在这里。那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住宅法这个案子是在9月1号。那个行政院院会通过，然后送到我们立法院，然后这个时间引起很大的纷争，尤其是中古屋的建诊。那我想中古屋的建诊，虽然行政院现在说买卖跟建诊不挂在一起，可是我要提醒主席几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刚才公听会里面大家都提到了几件事，第一个就是说到底消费者的权益跟我们整个建筑业界以及经营者，好，跟所有的人民的财产应该要怎么样保障，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所以我发觉到条文里面的第46条、第47条、第49条、第53条，甚至刚才我的 LINE 上面还有我们高雄的地震室也传来，我不知道地震室今天有没有早有哈，
传来那个很多他们的意见哈，所以里面大概46、47、49、53、58、61这几个条文都是空白授权。我觉得这样子的空白授权会未来会制造很多很多的纷争，包括说我们中古屋是不是被行政院在46条、47条当中，就诚如当时所有的媒体都报道说我们被判死刑，那到底能不能够买卖？因为我整个的条文看了以后，就包括说屋籍的什么资料等等，那然后49、53、58、61也是同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怎么样兼顾消费者应该有的保障，以及业界目前的困难，以及人民现在所拥有的财产，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必须要兼顾。如果这些东西没有办法兼顾的话，而我们做了一个住宅法，然后再用出许多许多的纷争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就有失我们这一次，包括我们已经努力很久说希望住宅法能够修正，那修正的目的我们是希望能够照顾一些弱势等等这些比例，那我希望能够不拖这个原则下，把我们这几个方向能够兼顾。那我很意外的就是说，我今天听了大家的意见，好像内政部并没有邀请他们去做座谈会跟公听会等等，我觉得这是非常意外的一件事。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我们在立法院审查之前，我们可能必须要更慎重，而不是说咱去加车给开出去，那我们把这些全部都自己不顾，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好，以上，谢谢。好，感谢我们黄兆顺委员宝贵的意见。啊，你这几点还跟那个嘞？哈，啊，好好。过来，我今麦请那个国立政治大学地政系我们的江教授发言。啊，有请。主席、各位委员、各位与会先进，大家好。那首先，我主要是针对就是49条这部以下的这个住宅市场的资讯部分提供一些建议。那我们可以看到呢，目前这个49条的这个住宅市场有关资讯提供这个部分，其实它不是一个新增的条文。我们可以看到，在本来的条文就已经有了，但是在过去的经验里面，你可以看到过去有这些条文，但是因为没有法则，或者是说过去的条文因为没有更明确的提供，就是应该要提供哪些资讯，所以造成了。过去是有条文，但是好像大家没有看到什么成效。不过现在也看到说，大家对于现在新修法的49条也提供了很多的意见，也表示目前的49条里面，所应该要明确规范要提供哪些住宅资讯，似乎还是不够明确。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49条里面，其实有提到了交易价格。刚才各位先进也有提到说，目前不是有实价登录的吗？那交易价格这个资讯不是应该很透明了吗？为什么这里还要提供呢？这个其实大家就可以更进一步。了解到说，以现在的实价登录来讲呢，其实预售屋还有租赁的部分其实并没有完全都需要揭露，未来如果配合实价登录，如果再更进一步的修法，我相信在这个部分大家业者呢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因为有关交易价格这个的责任，它并不是完全就是归责于业者和工会相关权利人，其实在整个这个市场上面，不管是消费者或者是业者，他对于这个住宅资讯的提供其实都应该要有都应该有责任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以现在来讲的话，似乎看起来好像就是本来已经有规范，那这里又在规范，但其实不然，因为本来现在的实价登录并没有cover 到所有的这个住宅的资讯，在租赁还有预售物的部分并没有完全的揭露。那再往下看，大家其实刚才有提到有关什么商业机密这些问题，以未来要提供的这些住宅资讯，其实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些资讯呢，主要应该要提供的应该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包括像业者如果他只是在预计规划中的这些资讯，其实都不应该要揭露，因为对于业者来讲，他前面的所谓的产品定位啊，还有产品地价，这其实都是他的一些销售策略上面的，所以未来可能要更明确的规范，其实要公布的资讯就是已经成交、已经发生的事实。我相信这些已经发生的事实本来就应该要给消费者知道，那已经发生的事实其实也应该要给同行知道，因为其实在这个整个房地产本来就是有景气cycle的，那更多的资讯
透明的情况下，其实不只是保障了消费者的权益，同时其实也对于整个产业的发展其实是更加的健全，更加的有益处，同时也可以让大家了解到现在目前的产业是不是有风险，哪些地方其实是可以投资，哪些地方目前已经是供给过多的情况下，我相信这些已发生的事实公布出来应该比较不涉及所谓的商业机密，因为它都已经发生了。所以我想在进一步的后续的讨论的情况下，其实就是主管单位应该对于这些资讯到底要提供哪些，其实可以真的跟就是业者们就是仔细的讨论之后，我相信两方面其实应该会有更高的共识，也会对于整个产业来讲话其实不会有这么大的惊恐。那再往下看到，其实在住宅资讯的提供，除了这些大家关心的价格之外，有关于就是个人的消费者的部分呢，其实可以看到像居住品质这个资讯也是非常重要的。随着目前政府 Open Data 的这个公布，还有不动产说明书也已经修正的情况下，过去呢对于住宅环境的风险还有住宅品质的资讯，其实相较过去来讲以前是比较不够的，目前其实比较多。那对于这些资讯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条文里面，这条文里面其实不只规则给业者，以主管单位来讲，他未来收集到这些资讯，他本来就应该要进一步的统计，只拿到个资其实只拿到个人的资料没有用的，未来应该要公布的资讯其实应该统计过后的资料，所以我相信统计过后的资料其实也不涉及个资，基本上它应该是统计后的资料。那有关罚则的部分，可以看到大家有很多的意见，罚则的部分有可能其实是不是符合比例原则，在这部分我也觉得其实应该要再进一步的考虑。那有关金额呢，其实主管机关也可以再进一步的跟业者们讨论，到底他应该是赋予业者责任各家公司呢，还是他是赋予给工会一个责任。以目前情况来讲，因为没有实际上并没有完全的业必归会，如果对于工会苛责太多的责任，也许工会会觉得说他其实真的没有办法做到。那所以刚才大家有提到了，也许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想，我想这些都是基本上如果对于产业对于消费者有好的其实是好的，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会举手赞成啦。那最后我想提到说，其实整个大方向来讲，以住宅资讯的提供，大家都希望资讯更透明更健全，但是我们千万不可以因为觉得说好像现在看起来好像因为法令定不清楚所以就不要定，我相信这部分都可以更仔细的讨论，那大方向就是应该要朝向就是住宅资讯更透明健全为目标。以上是我的发言，谢谢。感谢我们政大地中系我们的江教授所宝贵的话语呢，那我顺便让我们学者专家考虑一下，预售不一定能卖得成，那成交的时候在实价登录上，所以预售如果给你们资料的时候，第一个市场会沦乱，第二个你想到商业的机密，当然以消费者的权益这个没有话讲，那我做生意为什么要给对方晓得，你晓得他们每个工会每个建商也是在斗来斗去在彼此探消息的，那来交时间啊，关于租赁房子我还不晓得，因为我没有多的房子是一定要经过不动产经纪的，还是我私人可以跟他打好关系私人，那个这个方面你要怎样去控制，所以我是谈论了很多，但是在实务上我们有各种状况的时候，希望你们学者专家也能到实地去了解民间交易是如何在交易，如何他有多少的想法，法定的都很好，都是要做好的，如果依照这个法定出来，我是等一下我们委员他会发表一些看法意见啊，这个整个政府大，而且到底能不能管得那么多，其实有时候可以用大数据来解决的，好，他报过来实价登录就是表示他实际的买卖成交的记录，这方面考虑一下，不然大行都被骂。好，我是这样子来看法，这刚才变成总山洞天天骂共产党啊，我们做法比共产党有时候还过分，这董人我们听了你宝贵的意见，我只是说多了解地方民心百姓他所碰到困难问题，没有人要去反对这个国家，反对这个政策，只要你合理公平，我相信一定可以找一个方式一个方法出来。那现在啊我们来请，如果各位委员有发言的话，我们原则不超过八分钟，我们以先到的先来发言，那个因为你怎么样，因为你排名第二刚好只剩下你们两个，那徐委员先发言再来这里发言好不好，好，不超过八分钟为原则，谢谢。
主席好，我们的这个这个副部长好，还有我们所有的这个产业工会以及我们所有的这个官员，大家好，大家早安。首先今天真的是非常谢谢我们的招委今天排定了我们这个有关于我们在要修我们住宅法的修订的公听会。因为在这个上礼拜这个本席以及我相信很多的委员都接到很多的陈情以及抗议，就是在修这个住宅法的修订的时候，没有请听民意，没有跟我们民间团体产业工会来做这个沟通，所以这个产业工会觉得非常的不受尊重，而且在这个律法里面已经的律定了，我们产业工会必须强制来配合，而且还有罚则的部分。所以在这里，今天办这个公听会，就是希望我们的这个内政部主管机关能够请听到这个各产业工会的声音哦。那本席真的谢谢我们招委的支持，让这一次的公听会可以这个顺利的进行，而且因为下个礼拜就要逐条了，就要进入实质逐条的审议，所以在49条以及53条的部分，真的必须要我们内政部能多加的重视。首先呢，我们来厘清一下民间团体产业在本法中的地位和角色，还有他分担的责任和义务在这里。那主管机关其实他本来就应该要有建立公开透明的所有资讯，他必须要去收集这些资讯。那所有的产业界只是配合，而且是义务性的配合。但是如果现在要强制，这就是一个问题了。现在问题来了，就是现在要强制相关团体必须来配合，否则要罚款，而且还是按次来罚款。请问这个合理吗？好，这是第一个问题。那这是法律上的制定以及律定。第二个就是实际上的操作面的部分。第一个问题就是产业工会它的角色、它的定位在哪里？产业工会有办法去强制的要求会员来做这个申报的约束力吗？有没有？请问我们的内政部。好，那另外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会员在申报的时候已是不实资料的申报给工会，那工会报给了这个我们的主管机关，那这不实的资料，这个我们主管机关发现了，是要罚工会还是罚会员？好，这是实际的操作面的部分。好，那这样的责任归属在哪里？第三个，有没有对等的权利和义务？就像我们刚才的，我们有余理事长是吧，讲得非常的好，要处罚工会这合理吗？而且处罚还是从10万到100万按次来这个罚款，这个会不会太离谱了？好，这个合理吗？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是不合理，而且你根本没有跟产业工会所有的民间团体来做公听来做协调，以及让大家都能了解，让这个良法美意啊没有办法进这个很顺利的进行。所以在这里本席很强调，就是第一个，如果我们要强制业者是我们是要强制业者加入在地的工会，然后赋予强制申报的义务，还是干脆就取消罚则，所有的业者还是义务的提供？因为现在已经有10家登录了嘛，好，以及我们相关的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主管机关，您在做资料的这个整合、公开透明、及时的部分，您没有办法做吗？主管机关，我们现在主管机关在中央是我们内政部，在地方我们直辖市有市政府，在地方县市政府三级，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的这个主管机关没有办法去做整合吗？还有另外一个，针对这个我们这个住宅法的第25条的部分，我们法律上这个上一次上礼拜这个本席在这里质询的时候，也有关于租金的部分和我们自偿率的部分要脱钩的部分。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社会住宅，好，我们社会住宅要让人有居住的权利，以及我们照顾到弱势乡亲、弱势团体，那么我们就应该要站在弱势团体的这个角色来想，在租金的部分，
我们是不是应该跟自偿率来脱钩？因为在自偿率部分，如果有自偿率的话，它必须要考虑到它的建设的成本、建物的成本、土地的成本，还有维养的成本，所以它的租金是不可能下降的。如果我们是以社会住宅，又是以社会福利来做的话，那在社会福利的部分，我们必须要给弱势团体做这个我们租金的补贴，才不会造成有关于邻避效应。这个部分可能在我们的法定的制定面上是原则上是如此，但是实际上的操作面上面遇到了困难，请我们的主管机关内政部好多加的这个演绎，以及让我们的这个良法美意能够来顺利来推动。在这里谢谢我们的招委，以及我们谢谢我们所有的政府官员，所有的这个民意团体，谢谢。哎，感谢我们徐委员的发言啊。那住宅法里面当然要讨论了很多，你自偿率啦啊，如果跟租金比较啊，现在大家都不谈这一块，那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也不晓得啊。社会的主流意识就是说啊，一定要盖社会住宅，但是管理的问题是最为重要，那选票也比什么还重要，所以没有在这个地方好好的研究一下，我相信啊。好，将来的问题会去产生到很多啊。里面今天我们讨论的住宅法，主要是说工会或是其他的团体有没有义务跟责任来跟行政机关来呈报这些资料啊。我觉得叠传家务了。我现在是听完你们的报告里面，你应该实际从民间交易、一般交易里面，你要有用大数据的观念来去处理这一些。你现在打行路啊，刚才做了很多的社会，其实是有人讲的说很多法条里面为什么不能做，也没有去程序，也没有去了解说安装版的较好，不然以谁的意见为基准，而且合理公道的为基准，没嘛，拢想了下面做下面啊。那我们这样子，第一轮哈，刚刚啊，我请我们呐、啊、内政部主管呐、啊，我们社会。包括社会住宅和我们住宅法案的我们的花建群政务处长来做一个报告，那算第一轮完了哈，看大家有没有继续发言，这样子好不好哈？啊，等一下第二轮的话时间就很短了哈。好，谢谢。委员在座各位与会先进，大家早，非常感谢哈，今天各位对于住宅法的条文内容，我给予非常多元哈，而且很务实的一些建议。我想今天当然感谢委员提到了三个议题哈，这三个议题当然主要是针对这个资讯揭露哦，以及所谓的权责之间如何衡平的角度。我也同意哈，今天的大家的发言内容确实哈，首先但在于说。厂商、工会和政府之间，如何在资讯的揭露的这个权责上面，有一个合理的关联性，获得一个合理的一个权利义务的一个拿捏了哈。首先我当然必须先这样讲哈，当初在订的这样一个条文的时候，其实确实是比较站在消费者或者市场资讯揭露的一个前提，在规范这样一个条文的一个修订。那刚刚其实像江颖慧老师也特别提到哈，有些条文是本来是在，只是说它没有发挥功能。那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功能能够发挥，所以说才开始思考要来订一些法则。那也因为基于多次的一个讨论过程，可能有一些内容，特别是法则内容的一个修订，我们没有兼顾到那个衡平哦，所以导致大家今天的一些可能恐慌或者是疑虑了。那我也完全同意说，其实在实价登录的这个制度，如果说我们在相关的平均地权条例相关的法案如果修订的让实价登录做得更完善，或许在住宅法里面未必需要这么样子的大家所谓的叠床架屋的来处理。那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说，因为实价登录的相关的法案的修订也还没有到位所以说因为住宅法走在前面，所以说才会思考先从住宅法的角度先来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啦。那同样的我想在这个
这里头哈，我们原则上这里面可能还刚刚林光根老师也有特别提到有一些关键的衔接不够清楚哈。例如说，我们这边规范的法案的规范是厂商要把资讯报给县市政府，但是最后却要由工会来会诊，确实这是在内容底下的一个瑕疵。那这个部分必须要整合，也就是说，未来它的走向是由厂商跟县市政府，然后再会诊到中央政府这样一个路径，还是说厂商会到工会，再由工会会到政府来的这个路径？这个确实我们还要再做一次的检讨。那同样的，我们对于发布的内容其实很明确的，其实是希望能够掌握预售屋的一个交易的价和量的一个讯息了，这其实是很明确的一个方向内容，倒不会有涉及到太多属于个别交易人的一些内部资料，这部分也请大家放心。那所以对于各自的这部分我们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对于市场期待的一些市场已成交的统计资讯，这部分确实是政府有责任让它更进一步的透明揭露。当然我们绝对不会是希望透过这样一个修法的过程对于工会给予过度的苛责啦。我想可能各位可能或许在后面我们的修的讨论过程比较没有跟各工会再做进一步的沟通，但是我也特别要表示齁，其实这个法案的研拟实际上是从在民进党智库的年代就已经开始研拟一路过来的齁。那在那个过程底下，其实也曾经像余秘书长也曾经到民进党智库里面，我们也大概都做过一些初步的沟通，但是我也必须承认有一些后头的一个调整确实比较疏忽了，这部分也是我们的不足。那我们也在会后我们也会尽快再把各位今天提到的这些修订的内容，我们再跟相关的产业工会跟相关的团体的代表，我们再做更务实具体的一个讨论。当然另外特别对于罚则的那个横平性呢，就是罚该不该罚这么重，确实这部分也是我们要好好的再重新思考和检讨的一些地方。那当然了，我觉得这里面我们其实原则上的方向是希望从厂商的申报当作一个资讯揭露的一个出发点倒不是说把所有的责任归责到工会所以说请各工会的代表也请放心原则上但绝对不是要来给工会找麻烦而是希望来提升工会的能量来对跟个别厂商之间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相互互动的一个关系。当然这里头后头怎么样往下去发展，我也很希望听听各位工会朋友的一些建议怎么样让工会真的能够发挥到引领产业更正常运作的一个角色好，那当然后续我们当然我们会针对这个条文赶快跟大家来沟通。那当然接下来在立法到院里面的逐条审查的时候，我们也会做更合理的一些回应。好，以上我先做这样的回应，谢谢。好，我们感谢华处长的回答，但是有当然在讲啊吼，官员一定爱去了解。你起码讲预售屋那个说，他开工你就把它当作预售屋。有的人说我住宅我盖好的可能我也准备要卖的，所以我们做事情要想说对位方法，你跟那些工会彼此的预售屋多少钱啊，到了多少人家彼此商业盖房子的盖房子，您觉得他们能和睦啊？不和睦啊，每一个人都在竞争，你要给他们竞争的市场。我教你，你要说预售屋，县政府市政府有爆出开工的话就把它列作预售屋，这个很简单很明了嘛，也很老统计嘛，你买大行，你就想要讲管个丢啦，要讲花个丢，没有那么大了啦，好不好？那我们今天第一轮在这个地方结束，休息十分钟，再来第二轮。但是我先讲，第二轮只有五分钟，好不好？我们就刚刚有登记的有五位，那我们今天休息，目前休息十分钟，没有，你先走完下去了，我怎么欠你的？没有欠你的，你讲了七分钟，不然是你敢想的台湾啊？刚刚讲，你不要看到五的再加一二的时候，不能说我欠你，你自己走下台了，我又没有赶你下台了，好不好？轻松一下，好，休息十分钟，谢谢。
现在我们会议继续进行。那第二轮的时候，我们以目前登记以五个人的发言为基准，每一个人啊六分钟。好，首先我们请那个不动产中介经纪同业工会全国联合会法规会我们的唐主任委员发言。主席哈、哦，谢谢哈、哦。刚刚前面的两分钟是要让给前面我们后面的学长，所以我提前先履行哈、哦。第一个哈、哦，为什么要修正这个49条？是因为你现在是用罚则，那重点就在这个地方，要提供那个资料，各位一定要注意，它背后是人民。一般的消费者留的买卖资料，或者是什么成交资料，愿不愿意给你留给公部门？这是一个困难点，把责任推给工会，这是很麻烦，或推给业者。刚刚花老师讲的花市长啊，我习惯叫了哈。他说由商业同业工会转到工会来，或者转到直辖市，提高工会的责的这个权责哈，或者是民生也好，这是可值得恭喜的。但是你对价与量，其实现阶段呢、啊、哈。公部门只要一成交，它就有了。我再讲一次，成交的价跟量其实都有了，因为它一定要报。那刚刚讲了，平权47条也好，或不动产经济管理条例24条也好，或者是地震司法26条也好，它虽然可与业者有相一定的义务，最后才所有权人去科，但是必须要请这个花老师啊，我直接讲哈，要花老师要注意，公部门有没有这么多的人力可以去查那个人，就到底谁有漏报有没有漏报，不好查，他除非勾稽到他报税的时候，所以这个才是一个另外一个又大的困扰。当然你说统计资讯也好，或者是怎么样的也好，我觉得哈，要工会来提供义务，要一个什么，你要奖励他。为什么我为什么一直在常讲哈？公部门在处理我们的服务报酬的时候，都说我们没有成本，完全没有成本。但是各位要知道，我们建制相关的电脑资讯，哈，大公司每年都要花好几千万来建制，还要有专人2到3位，多的还要到6、7位来维护那个，避免什么骇客入侵。那个资本，公部门要多少奖励，我不知道了啊。这个提出想法，大家做参考。我回应还有很多哈，包括我们要提供资讯的内容是什么，是价与量，那其他的要不要提供？刚刚黄老师有讲，你只要我们提供价跟量，其实现阶段就有了。其实你不用一定要工会这个组织或者商业团体来给工会。当然，商业团体在工会立场上，商业团体要。到拿把资讯拿给工会，工会其实也不是反对的哈。我们要建置相关的资讯，相关的设置而已。那这些成本怎么办呢？这个资讯如果将来有遗漏或怎么样，我们工会要负责任。现在工会谁来负责任？这也是一个困扰。再过来我讲哈，刚刚有一些学者在讲说，我们现在价有没有跌？价确定跌。我再讲一次。价确定跌，只要看各位看一下各大网站上的，包括新义的什么资讯网啦、国泰的资讯网，全部价都在跌，怎么会没有跌呢？量也在说啊。我到现在我自己也有开房屋中过，我们跟去年同年比，我的公司掉了64%，怎么会没有跌呢？不知道这个资讯怎么来的，我是不知道啦、啊。至于那个价格的问题，均价那个以后有机会再聊，因为那个很深呐、啊，不见得讲。我现在讲给外行人听呐、啊，不讲给内行听。要讲内行人听哦，大家就有的巧了。那最过来在哪里？就是罚则的相对性，你处罚工会，提供者是商业团体，到底对不对？刚刚有个学者在讲，对，没有错，这是有问题的。好，那再过来在哪里？是不是造成商业团体？如果要整工会了，假设了怎么办？或者他提供的不实怎么办？工会都要承担吗？所以这个都是我们现阶段最大的困扰了。所以我再重新讲哈，我们的工会的建议是要把所有的相关的条文删除。为什么？你要我们提供义务，要配合公司协力。当然我们赞成啊，为什么不赞成？但是你要请你用奖励的方式来处理好吗？
你怎么可以说要我们去帮你做这些事情啊？跟老百姓讲说啊，不，你签个同意书哦，啊，同意提供哈、哦，我们提供给公部门做他的统计分析，将来对怎么样这个社会公益啊等等这些社会住宅等等建制。然后呢，如果我们不做这个事，就要罚我们，那我们大家就摆烂呐、啊，摆烂可不可以？反正要被罚嘛，怎么会这样做呢？这其实这个是很严重的冲突，所以我们希望你奖励我们，我们跟老百姓说服说，派谁要进嘛哈。我都用白讲白话文的哈，因为讲这个文言文呢在这里哈，比较麻烦，所以我的意思说再讲一次，我们要试着跟消费者沟通，我们要提供必要的资讯。刚刚讲必要资讯内容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了。坦白这样讲，因为我们该提供的我们向来不少了，公部门要求的，包括我们现在不动产说明书哈，我跟你讲。非常非常复杂，没有几个能做得到的。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不断的说明书，其实是非常难的。所以我的意思说，我告诉你的，你别慌。所以我的意思说，我希望各位要知道哈，你要我们提供相关的资讯，请你用奖励，我们尽量去说服老百姓，说好抱歉，这个资料将来要提供给别人哦。好、哦，你的价跟量我们要提供给他，因为这个都是他的什么？他的权利不是我们的权利，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代理委任。怎么会一个代理跟委任人比本人还要大？哎，我要给你提供，我们是商业团体，我们没有这个权利，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我在讲，大家不要搞错，说啊，工会怎么样？没，工会不是，是我们工会是背后你要的东西是背后人民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好好去跟他沟通，请你善待我们，谢谢。那个唐子润委员的发言。但是我也跟处长了解一下，当初有一个为了实价登录跟那个地政市不动产里面发生的一个事情，现在有人有土地啊，那些啊地政市就会去找土地，现在已经找不到了，就是说你找到土地名，以前可以从地政事务所拿到那些资料啊，这个问题在哪里？告诉我，我买卖房子怎么要给你晓得？很多人买房子也不怕怕人家晓得啊，所以这里面真的要深思熟虑一下。拿了个资法，没有人要去显示我买了什么跟什么，所以这里面真的在实务上你会产生很多困难。因为刚刚我听到你们在谈，你们当初也来拜托我们，说最后本来要留一个线都留不住，因为很多有土地的人不给人家晓得，你怎么晓得啊？你怎么找到这个资料？找了资料开始骂你地政机关了、啊，你怎么把资料提供出去给外人？所以这个互相牵连在，然没必要这个麻烦。你可以从行政力量里面，从哪一个点他要报要怎么样里面拿出来。所以在个资法里面要牵涉到个资法，我给那个花处长了解，在那个实价登录里面还有那个不动产，当初为了了解说哪里有土地的时候，全部都现在都挡下来，而且行政机关很个人，个资法优于各方面，你要了解到这个状况好不好？给你了解一下。再来，我们第二位请，地政市全国联合会我们的王理事长发言。主席，各位专家学者大家好。因为刚刚第一轮的时候啊，可能没有抓到很重要的一个重点，而且被时间、啊、好像逼迫得很紧张、哦、所以我想具体一下来讨论今天的公听会的一个我具体的建议了、哦、第一个就是实价登录的话呢，一定要配合修正，也就是说这一次的住宅法如果要它比较能够偏向完整性的话呢，实价登录的平均地权条例47条之一务必要配合修正。配合修正就是刚刚讲的两个重点，一个就是预售物的登录，那第二个就是租赁一定要登录的概念。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一定要利用这一次实价登录的修法，刚好实价登录假设它一定要登录的话，它实价登录的栏位、实价登录的内容就会解决了今天在49条跟53条的一些余力，尤其是53条的一些余力。我认为在那整个实价登录假设以后要建构，因为现在的网站机制应该是已经很完整的，重点就是那个栏位的部分跟工会之间一定要配套。第三个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说资讯的提供是一件事情，
那但是资讯的统计，我认为是政府的责任。政府本来就应该要把资讯做统计的分析，但是资讯要做统计的分析，资讯的来源、它的精密度、跟它的可信度、跟它的公信力，我们觉得就很重要。也就是说，在资讯的统计部分，不应该把责任归责于工会。好，这是我第三个问题，尤其是第四个，因为整个资讯的提供，它就一定要有完整。那既然要有完整，可能政府还要在辅导或督导，所以对工业系统、产业工业系统来讲，应该是要用补助跟辅助的概念，绝对不是用划着的概念。第四个，我们在这里要郑重的呼吁，已经四年多的实价登录的经验来讲，只要没有落实当事人负责主义，我跟各位在座的报告，一定会有虚假登录，保证有虚假登录。而且这个虚假登录会破坏整个市场，也就是我们现在到现在政府的美意，政府到今天的落实，我根本就认为好多隐藏后面的问题，只是大家避而不谈。也就是虚假登录，你只要不当事人落实它，去处罚当事人，一定会有问题啊！这是我第四个问题。那为了要解决这第四个问题，我凸显另外一个问题：建商有没有可能在预售物的时候过给投资客跟投机客？也就是建商是 A， 然后过给 B， 但是 B 可能因为再转给 C， 结果问题出来了。对建商的账目来讲，可能是原来的一亿，但是投资客可能赚了2000万，转给 C 是一亿二，结果现在实价登录到底是登录一亿还是一亿二？对买方来讲是一亿二，对建商来讲是一亿，对中间人来讲是赚了其他所得的2000万，所以现在已经产生这个问题嘛。结果最糟糕就是把地震是当作一个戴罪的羔羊，哦，所以各位一定要记得，一定这个问题，你不当事人主义，建商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呢，买方就赚了就走。我们不是要反对这个炒作吗？反对这些投机吗？就我们给他充分的机会。再来，实价登录呢？我为什么一直谈说要配合套实价登录？因为大家都在谈个体跟总体，事实上资讯的提供是个体，但是统计分析是总体。也就是说，统计分析如果没有个体的话呢，个体的完整的话，这统计也是假的。所以结论我就提出几个已经知道的实价登录的问题来给大家当参考。第一个，我们现在实价登录的备注栏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整个实价登录现在的备注栏在把特殊交易情形，我列举了有70几种 的情形，是应该在实价登录的备注栏把它充分显现，结果现在没有落实。现在更糟糕，就实价登录的备注栏竟然我们政府还限制125个字，这是莫名其妙的。那也就是说，我们要充分把这个交易的里面的复杂性把它展露。比如说预售屋，我就讲实在话，到底预售的契约日期登录还是办完使用执照的公契日期登录，这个就产生问题啊！光是日期，公契日不等于失契日，也不对啊，公契价又不等于失契价，更不对啊！有没有漏填印花税的问题？所以好多问题。所以第一个备注栏才是充分要注意的，结果现在没有注意。再来，另外第二个，现在已经105年已经房地合一税了，结果房价地价没有分离，也就是说政府应该去辅导地政士把房价地价强迫它分离嘛。你不分离的话呢，现在几乎都旧制嘛，旧制的话表示只有房屋的财产交易所得税，土地是免税嘛，结果呢房屋价到底用法定比跟约定比，毕生行政救济的纠纷 的那个分量，也就是说跟房地合一税结合，一定要把房价地价要鼓励它到底怎么分离，那这个分离的机制跟查核的机制一定要出来。最后一个，我要很慎重的提醒大家，如果不是新建物，你地下室的停车位的产权面积在登记簿上有明确的记载，只要是旧的大楼，几乎民国差不多90多年以前的旧大楼，我跟各位保证，实价登录的地下室停车位是内含面积，所以它所还算回来的单价是偏低。我们现在市场已经压低了，结果看到了还偏低，你看看可不可怜？问题大不大？谢谢大家，谢谢。谢谢王立市长宝贵的意见呐、啊，我请教你，西价登录登录高还是登录低？应该是偏高。都是偏高。啊，偏高税的爱哪个节啊？哦，应该不会，因为就是我刚刚讲的，真的偏高的人反而会把房价地价分离，把房价压低，因为可能是用旧制。好，这个问题的时候哈，还有当事人主义，这也确实的。照地政士其实啊哈，他只是中间者。如果地址买卖的那个承受人跟你做假的，你也没有办法。
他不告诉我们，不知道。对对对对，这个问题我们也碰到过。造假，然后在我们面前他讲是真的，我们认为是假的，也要没办法去。因为你们要做生意，赚那一点钱要负很大的责任。好、哦，这个问题我们在处理民众的陈情案里面也碰到这个问题哈、哦。那我改天再特别请教你。现在我们请第三位，我们那个余秘书长发言。不动产开发商业同业工会全省各地都派了代表，现在他们推派一个代表由嘉义市不动产开发商业工会我们的李冠恒理事长代表今天所有旁听的发言一下，五分钟。好，谢谢。主席以及所有一位的同业先进，那所有各位官员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想我今天在这边发言也很高兴，我希望我们代表的是中南部的声音，因为中南部真的很惨、哦、所以我先跟大家报告一下。那么呢在这里面我所要主张的就是说，基本上第一个，我们内政部所要定的住宅法我们支持，但是我们并不支持里面不合理的法案，比如说包括第49条、第53条、第58条跟第61条这四个部分，我们认为是比较不合理的。好，所以为什么不合理？我这边有三个主张。第一个，我想从法律面来看，它基本上在这个法则本身哦，法则本身它是采比较严格主义，所以这个部分有侵犯到人民的这个所谓的财产的权利的部分哦。我想在宪法23条跟22条里面都有规划得很清楚。那么另外呢，这个部分也可能会涉及到个资法的问题。所以在法律面的部分，我想这个部分可能真的有待商榷。还有另外就是，这个法案里面要把责任归责到这个工会哦。那我想工会这个部分哦，在商业团体法里面又把它定了12条，就是二择一。所以我们产业工会并没有办法代表全部的这个业界的人员。好，所以这个部分我想也应该要三思一下。那么第二个层次就是所谓的定位的部分。定位的部分在这个住宅法里面，我看了很多里面它都是规范社会住宅，所以我们是认为说这个部分应该是由中央主管机关跟地方主管机关两个权责的关系，而不应该把它在产业同业工会里面或者是个人的部分或者是盈利事业里面来做个规范。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第53条里面有写很清楚，建筑执照的部分是公部门里面才有公权力，我们私部门是完全没有公权力，所以建筑执照我们要申请的时候，其实所有的资料通通有在各县市地方政府都很清楚了，他回报给你中央就好了。所以这个部分我认为说很多东西不一定要叠床架屋，好，包括这里面很多刚刚很多同仁先生所提的，包括这里面有实价登录还有相关的法令，其实都已经有完备了。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认为不应该再叠床架屋，所以这应该是地方政府跟这个中央政府这边的权责的关系，而不应该加注在人民团体或者是盈利事业单位里面。好，这是这个法律定位的部分。那第三个部分是所谓的这个经济面跟产业面的部分。因为我跟大家报告一下，现在全省哦，各工会各同业工会哦，大概哦平均少了25%以上的会员。为什么？因为我跟大家报告就是说，官员有一天会下台，但是今天法律定了以后，政策它会延续，所以害到的是什么？所有的产业工会跟所有的这个老百姓。为什么？我举一个例子，像当初的房地合一，因为房地合一的问题，这两年多来，把这个所有全国的建筑产业跟这个中介产业打的是真的是惨不忍睹。到现在我们还遭受这个其中的这个不景气的这个因素，所以把整个国家的经济也相对的没有办法提升。我跟大家报告一下，102年到105年，我们全国的这个不动产总共哦，成交户数少了 2.7 兆。2.7 兆是什么观念？一个中央政府总预算是 1.8 兆到 1.9 兆。所以就是说这两年半的时间，整个房地产打趴了以后，我们整个产业经济当然是不会好。所以在这经济面的部分哦，我的认为说资讯公开哦，是政府跟这个应该要做的事情，因为人民纳税，所以纳税就政府应该去做这些资金公开的事情，这个我们也支持。那政府有责任来做这些义务，那而不是说推给产业工会。所以在经济面的部分，我们认为说，如果持续的用这些不当的
这个法条或者是政策来规范的话，我想我们台湾哦真的是不大。那么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商人的钱会往外走，留不住台湾。所以我在这边请各位深思一下，你们是在招商还是在反商还是在主商？台湾的经济景气真的很不好，今年预计要保一可能都很难。所以我认为说，我们政府单位在订法令的时候，应该要全面的去思考、去了解，而不是这个自己认为这样子下去订就对了。好，我想整个产业影响非常的大。好，以上谢谢。谢谢李理事长的发言，但是你可能讲的不够明白，大概你们建商全部都逃走了，都在外面投资。啊，花处长，这个情形要特别注意，因为这里面确实很多经济产业结构问题在这边产生。当然房价要低，符合百姓的需求，但是也要给建商一个赚钱的一个机会。哦，沙头那个什么生意，沙头生意哈，那个什么做的时候，哦，现在沙头的生意有人做，赔钱生意没有人做，你永远记得这样哈。其实已经很糟糕了，因为它相关的产业带动的太大了，包括砂石，包括工人，包括整个都已经大概停住在那一边了。那大家也不敢把这个问题拿出来，因为房价太高，一般人买不起，也确实是民众的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问题。啊，建商有时候有的人讲建商赚的太多了，啊，如果可以的话，在现在房屋的供给量如果依照这样，好，很多人买了是等着赚差价了。那要如何把它释放出来，当一个租赁的房子？社会住宅一定要盖的那么多吗？这个都是在牵连的问题，将来要面临也可能更重要啊！哈，执政所要面临的问题，哈，大概了解的状况也跟华处长让你了解一下。那再来，我们请那个消费者文教基金会我们的林旺跟召集人发言。哎，主席还有各位与会代表，大家好。那刚刚第二轮的发言里面，我想再补充一下，就是说我们今天谈的其实跟个体的实价登录本身是有搭配的关系，而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我们这边需要去做所谓的总量的一些分析，才需要在我们现在的49条、53条去做一些规范，这个方向。但这里面也没有跟景气不景气有一定的关系，有直接的关系。我前礼拜一跟秘书长有提到，我们现在工会面临的困境是什么？有一些我们的同业他不加入工会，然后呢，他的所作所为并不为社会所乐见的时候，我们应该不应该受把这个工会的力量稍微做一些提升？这个我觉得在这个法案的思考里面，我们也应该去做一些思考。那刚刚讲说，我们如果把资讯、把总量的分析能够提供给同业的时候，各位同业在处理这个将来投资或不投资，或者是期程等等，它是不是有更多的一个参考价值？我觉得在这一边的思考应该朝向正向的去做这方面的一个连结。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再下来我是会建议说，这个法在49条，我觉得营建署或者是内政部这边也可以再做一些思考。其实我们去对照这个吴玉琴委员的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在这个所谓的政府应该收集的这个资讯，是一个比较用连结概括性的一个方式去处理，而不像行政院版的把它列举。有一些列举的时候，你没有去做出来这些列举的资讯。我们看到第二项的那个部分，他又讲到前项的这个资讯的收集等等，然后又连结到产业工会要去提供。那到底这里面是不是1、2、3、4、5？那通通要去提供，这里面就会有一些
相关的工会的疑惑跟紧张，我觉得这个部分我觉得应该再做一个思考，包括我们这边当然用语方面是用所谓的相关的统计资讯，那这个相关的统计资讯到底是哪一些类型提供的期程，或者是你的应用的方式等等那个部分的法律授权，我觉得应该要相对的要更明确一点，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可能也要呼应刚刚相关的相关的先进的发言，我觉得这个部分好是可以再做这方面的一个部分。那像53条的那些哈，如果是我们刚市长有提到，如果是政策上或者是工会也同意，然后我们朝向说工会来会诊，那当然53条也应该要配合。那这个另外在有很多的发言，我觉得有一点。工会是不是有义务或者是有权限？那刚刚李老师有提到，商业团体法里面本身就是他第5条的第一款的规定就可以去做统计分析。那第11款我记得啊，他可以受托去做相关的分析。那包括营造业法，包括冷冻什么什么冷冻设备的那个管理条例等等，都有类似的这些规定。所以我们在法律的设计里面，如果法律直接把它说可以由这个工会来做这个部分的分析，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叫议定的委托跟法律的这个委托的这个设计，这两个部分我觉得简单来讲就是说，我们现在要不要可以不合理的罚款，这个我刚刚有发言过，如果业者不提供，那工会就没有罚款的可能，这个应该很清楚。那业者如果不是你工会，因为我们现在不可能是马上去修那个商业团体法，那也说商业团体法其实也有业必归会，但是说你只要相关的业务里面去符合的时候，你加入那个工会就符合商业团体法。那如果从不动产业来讲，那我们透过这个工会的统计跟提供给政府这边做一个连结，假设你的工会的会员你可以给他免费或者是收费低廉，那如果是非会员你给他收高额的一些费，那个收取一定的费用，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连结让工会能够正向的去做发展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部分才是我们想要的。他不管在景气或不管在不景气的时候，这些机制的这些建构，我觉得会比较有意义的。大概我的发言是以上，请参考。好，谢谢林超级主任的发言。再来我们请康克我们的赵文明律师发言。主席次长各位先进针对刚刚各位先进的发言，我这边再补充几点第一个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我现在看到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包租代管的部分恐怕我们是需要另外再考量的第一个就是说，如果里面发生凶宅，那到底是谁要负责？好，这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今天政府代管了再出租，那这个次承租人他没有缴租金的时候，那我是不是又要付给房东？那是不是变成我政府去负债，然后我要另外养一组人来对这些房客追偿他的租金？好，那再来重新招租，势必会有空屋期，那一定会有一些损失。那这些损失，我们是不是有政府有这个预算能够去支应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可能也不是保险就可以解决的，那可能也是要请这个我们主管机关帮我们再想想看。第二个就是说，刚刚我提到的，就是也有记者朋友在问，我们这个租金。我刚建议是按照所得能力来定，这不是我自己的看法。这是我在一本书看到的叫《巴黎不出售》，他们的社会住宅呢，它的出租方式不是定额的它是看你所得能力，越有钱的人缴越多的租金，没有比较所得比较低的人缴比较低的租金，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在国家最精华的地区租到好房子。
那所以这一点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参考他们的做法？他说这样子可以减少对立，大家住在那里都是一样的机会，不会说仇富，也不会说排富。第二个就是说，大家住在那里，大家都是觉得那是好地方，不会觉得那里是贫民窟，是不是这样可以避免我们国宅的那个重蹈那个覆辙，变成那里是不是一个贫民窟，一个毒瘤，而难以好重新去把它做改变？第三个就是说，吼，这里面我们有提到说，有一些包租代管的事业的费用免租营业税，会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哦，对我们的建设业，可能这个朋友或者是这个中介业是一个比较不公平的地方哦，是不是对这个产业形成了差别待遇，违反我们的平等原则，违反我们的职业自由哦？我们知道每一个行业它的营业都要缴5%的营业税，现在有一个更可怕的，我们的建商盖好房子以后，他有一个囤房税，我们没有给他合理的销售期间，一律认为他是多户，然后呢，而课予最高的 3.6% 的房屋税，也就是说，房子没卖出之前，他必须要缴这个 3.6% 的房屋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结束，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卖掉。以现在的行情来讲，更加的困难哈。当他卖掉，又有5%营业税，还有17%的营所税，那到底他们是不是对这个社会的贡献很低、很差，值得哦这样的对待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再想想看。哦，第五个哦，就是说我们这个土地税法哈，规定自住房屋免税。好，那房屋税呢？房屋税法还是规定要课税。好，那当然它里面有一些规定，针对14条针对公有房屋，15条针对私有房屋，都有一些免征房屋税的规定哦。那我们这边是不是要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今天做这个社会住宅到底是为了什么？是要提供一个说他可以买得起的房子，还是说我让他有机会储蓄去买到自己的房子？我们到底是要走哪一个路？好，这一点我们是不是要先确立？假设我们还是希望说大家都希望能够有自己买房子嘛，好，那我们是不是说从这个地方开始着手？第一个，你减少它的成本，它是不是增加它可以储蓄的所得？然后呢，你扩大这一个租赁市场之后呢，是不是大家比较不会去到这个房屋买卖市场？竞价的情形是不是就会趋缓？那它持有成本又低，然后呢，它的所得又增加，它是不是有机会用比较低的价格去买到房子？那同时呢，我们是不是说让这些社会住宅真的能够房屋税、地价税把它免征？好，那让这些成本哈，因为我们现在假设我们现在一样，公有地上权招标出去的，通通都一样，我通通都转嫁给这些租的人。好，那他再卖出去呢，怎么样？一样要再转嫁嘛？美和是最好的例子，他现在分回来的房子没有一户是租出去的，因为租金太高，不得已改用卖。那卖呢？我们还是用市价在卖嘛？那前面市价已经证明了那个不是市价，现在真的房价在跌。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地方把这一些法定的成本让它降低，好，让它降低，它就不会再转嫁给这一些承租户。那么呢，他们就比较有机会去买到自己的房子，他比较有一个希望。那最后一点就是说，我们刚刚讲这个房子如果终止租约之后很难收回来，到目前没有改善，我们建议一个东西，就是修正公证法13条，只要2期租金没有付，我的出租人就可以去申请强制执行，叫他还给我。那承租人也不用担心，我只要可以提出我的汇款单，证明我有给付租金，那你法院你就不可以准许出租人来强制执行。我们透过公证法，让市场自己来决定这些事情，我们也不用去承担这个租金收不回来，万一是凶宅的风险。以上。感谢我们的赵律师。但是赵律师，我请教你两个问题，我改天会请教你。台湾中国人是土地私有财，跟外国人那个观点，我也看过这样在评论的。他不知有的人不认为房地产是只要住的，是说外国人持住的理念很雄厚。第二点，你谈到社会住宅，我也常常讲，那是用公家的资源，本来国有财产的土地就属于国家，每一个县市应该分得回去，现在都给6都。那好的地点，
如你所讲卖给他啊，以后其他的建商也得到不公平，买没有这些社会住宅权利的人，他买得更高啊，这边买得更低啊，要如何来分界？政治你都不知道，我是让你去思考一下，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好了，那五轮都结束，还有没有？没有，那我们现在啊，学者专家第二轮的发言结束了，我们请花处长你做一个综合的回复。好，委员各位先进大家好。好，谢谢大家再继续提供非常多宝贵的建议哦。首先我先针对我刚刚上一轮发言齁，其实我提到住宅法的那个沟通齁，我后来记错了齁，在那个民进党智库的年代，其实我跟林秘书长讨论的是都市更新条例，是我后来弄错。那当然对于住宅法的部分，确实齁，我们大概比较针对的是跟社团跟刘文根老师啊，和刚刚那个彭文凯齁，他们大概做比较多的沟通啦。那当然对跟业界朋友的沟通确实相对比较弱。好，这部分我们后续会改齁。当然我们在今天主要核心的重点还是在于这个讨论这个申报的资料以及政府发布的资讯的这个部分呢，我必须再次强调，我们就政府未来期待发布的资讯是统计资讯，而不是个案资讯。当然，统计一定是从个案资讯来的，没有错，但是终究它的会诊的过程是个案，但是对外揭露的绝对是统计值，绝对是统计值，绝对不会只设在任何单一个买卖的权利人，好，这部分也请大家了解哈。当然，各位提到就是说，一开始到底该是用罚则还是用辅导奖励？确实，这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我想这部分我们尽快好跟大家再做详细的沟通。如果说一开始其实采取辅导的过程、奖励的过程，就如同我们在住宅法条文里面对于住宅性能评估的这部分，其实我们采取的是一个奖励辅导的一个角度，而不是采取处罚的角度或强制的角度。那这部分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再思考、再来讨论了。后续当然目标都是希望能够让资讯能够比较正确、快速的一个揭露出来。当然，同步未来这个部分应该跟实价登录的制度做整并的一个规划，可能会更好。好，但当然了，因为其实法案的审议过程确实是有它的一个先后关系，所以说我们原则上还是以两边能够合理的接轨，当作我们未来一个修正的方向，那其实当然刚陈昭伟有特别提到各自法的问题，原则上当然我们在整个未来不管从法的内容或者是资讯揭露的内容，绝对会完全尊重各自法所规范的一些要件。那当然其实实价登录确实，当然刚有提到当事人主义的这个部分齁，确实没有错啦，我想这绝对是我们不管在修实价登录齁，或者是我们现在住宅法的修订，我们上都会朝这个方向来处理齁。那王信良理事长也提到很多关于实价登录的问题齁，其实我们大概都了解，但有一些是大的方向、大的机制的问题，有一些是细的操作面齁，甚至栏位的这些问题，我想我们一步一步来调整，然后终究这里面确实是大家有很多期待，那我们也很难一步到位，我觉得我们一步一步我们会很认真积极的来处理。未来无论如何啦，对于资讯的统计登录或发布的内容一定是朝向具体化、合理可行，而且是法律授权，这些原则都一定要遵守，那也是跟大家做充分沟通，我们尽快的把它讨论定调，让大家避免担忧虑，而且是大家在能力上绝对做得到的一个的内容，才是我们现阶段修法为主。那刚刚当然最后赵律师提到一些关于包租代管的一些建议，我们在做私下的沟通，我想其实社会住宅的核心目的就是要帮助买不起房子的人，所以它跟买房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想这是一个我们大概方向上是朝这个方向，买房子的人我们大概从另外的角度再来处理好不好。我必须再强调一点，社会住宅没做好，政府部门、行政部门确实很难对买卖市场提供更进一阶的协助，这是住宅政策底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后关系啦。如果说连最弱势的人在制度上面、资源上面都没有给予一个必要的一个协助之前，我们确实很难
就立刻对于买卖市场提供更多的协助。这背后是政府在住宅政策底下该有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态度，会跟大家做这样的说明。好，以上我的补充，谢谢。哎，谢谢我们花处长对所有各位学者专家的一个答复。那今天我也谢谢各位，学者专家宝贵的意见。啊，各位所谓的各位所有的话，我们委员会啊将会归纳整理并汇集成册，送交啊我们内政委员会全体委员，也会送交给各位出席的学者专家。那我们整个立法院所有委员无法亲自到场出席会议，我们也可以从公报之中啊，他们也可以从公报之中啊了解各位委员的发言与内容。那今天我再度的谢谢各位的出席和发言。那现在我们会议到此结束，散会。谢谢。外资料带进来。好，好，哎，我的资料你拿一下。好，可以。这边呢，本来要写执行稿的，明天要执行到外面写。啊，台湾非那个林书记，也不你讲吧，好，你讲吧。